好，今天我们继续讲《不要让信仰脱离生活》第68课啊。今天主题是这个耶和华神的现实性跟这个他的愤怒啊，他什么时候现实？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他的现实性呢？这一个方面，我们总是考虑他的这个爱的方面、爱的属性、饶恕属性，但是我们有没有考虑过他的现实性、他的愤怒的属性啊？今天我们就着重讲这他耶和华神的现实性，还有他的愤怒性的问题，现实性的意义，对吧？我们承认耶和华神是慈爱怜悯的神，但是我们对于耶和华神的现实性的意义思考有多少？有没有想过他是很现实的一位神？现实，如果是现实的话，那么什么叫现实？耶和华神是一位现实的一位神，什么叫现实？那跳绳声音太大了，跳绳声音。现在往那边跳吧。对，我去跟他说。现实，什么叫现实？现实。我们对于现实的理解是多少？什么叫现实性？耶和华神是一位现实性的神，我不知道你们以前思考过它的定义是什么。然后耶和华神是一位现实的神，什么叫现实？什么叫现实呀？走了。什么叫现实？你理什么叫现实呀？如果我跟你说你这个人不能现实点吗？那什么意思？你这个人不能现实一点吗？你这个人太不现实了。你说的都是。我说什么叫现实？什么叫现实？我没有单词定义。没想过现实两个字儿，就是看清形势认清自己。看清形势认清自己，看清形势认清自己，现实性。差强人意。没有打中那个点儿。现实，它就突出两个，一个是现，一个是实。现实，是，就是很务实，落地不飘。务实落地不飘，务实落地不飘。什么叫务实落地不飘？是，比如说神他给人的那些警告，先不要说这个，就是说务实落地不飘，就是通俗易懂。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什么叫务实？因为我估计我们连务实都不知道，什么叫务实？你知道吗？就是做什么事是踏踏实实的，不是那种好高骛远悬在那里，你只是有一个空的那种理想抱负，但是你不去实际的去行动出来。就是一个只是一个空的框架在那里，但是你不去填满你的那些你的理想啊。或者你只是抱有一种幻想，但不是实际付诸行动去实现它。OK， 这让你回答吗？我这个理解务实就很简单，就好比两个一对比，哪个挣钱多，哪个利益最大化？对，这是利众，这是利众，就对比一下哪个收获多啊？就直接选择啊。
对，一个这是个例证，上面你知道没有现实吗？现实就好比比如说在婚姻家庭里面，现实一点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家养活了。如果说你连一个家都养不活，天天谈大理想大抱负，就意思就是说你这个人非常不现实。现实一点意思就是说，你要你所做的你所说的东西要符合这客观事实。比如说生活的一些客观事实是什么呢？就是啊，比如说你孩子睁开眼睛要吃饭，你这一天一家人要开支要吃饭，就现实。嗯，现实的就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嘛。嗯，就现实嘛。嗯，现实那个实，这个实字啊，就是按照实际存在的，按照实际出发，按照实际出发，现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呢，经过了计算，经过了严密的计算，客观数据分析，然后得出了一种答案。对，这个如果是以这个很严谨的思维逻辑做出了判断，这样的一种条件叫做现实。嗯，如果你不根据现在所发生的问题客观实事求是的去解决问题的话，这个人不现实。对，对吧？那么耶和华神为什么说耶和华神是一位现实性的神？是一位现实性的神，这句话就会带有分量。如果我们把这个定义搞明白了，这句话就很带有分量了。嗯，耶和华是一位很现实的一位神。以前我们可能认为神是个很抽象的啊，只有一个。我们以前认为的神就是很片面性的，只有你爱我，我爱他，就存在一种感情上，就是好像我们以前认为的神就是一种感情。就是以前我们的神是一种爱与感情的这种波动。我为什么信仰变成这个信仰寄托，是因为我感情上需要他。哎，但反过来想，如果耶和华神是因为如果这样，比如说沙白啊，比如沙白，我来看，比如沙白，你现在心情不好了，你找我，对吧？你需要一个感情上的安慰，对吧？嗯，对不对？如果你只是需要我感情上的安慰的话，那么我们两个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单一性，就是你需要心灵寄托的时候我来了。但问题是什么？但问题是一个，就不用说神，就说一个人行了，就说一个人，那么他的生活是不是只有这个单方面了？只是说一个感情上输出。就是我们不用谈神了，就是一个人行了，他活着是不是只有感情上输出？不可能，输出不是的，可能很全面的，这只是其中一种需要。那么他有没有其他的活法？这个问题，其他的需要，人还有没有其他的活法？有很多。对吧？我只能感情，我就是我活着，我是有单方面的感情输出。你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感情破裂的时候，或者说需要心灵寄托的时候，我出现了，我只能给你们这个方面的单一输出。还是说我们有很多层面，有很多很，你生活上有好多好多的层面。你比如说我们两个一块做，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完成了任务，对吧？如果好，我现在先谈另外一方面，那么谈任务呢？那么我说我接你谈任务的话，我还跟你谈感情吗？我还谈爱和感情吗？对吧？我从一种方向，我现在跟你谈这个任务，我跟你谈就是做任务。我跟你谈做任务的时候，那么我的逻辑关系，我们两个的逻辑关系就会发生改变。是的，我们两个逻辑发生改变，这个时候呢就会产生出我们另外一个属性，现实上属性，因为我们做任务的时候，我们要想办法让任务成功，对吧？我们做任务，要做任务成功，对不对？那么我们如果做，对吧？既然这是另外一个语境，也是说白了，这是另外一个语境，对吧？这是另外一个语境，你能明白吧？这是另外一个，你刚才说了这个方面语境，我不否认，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啊，我不否认我有这方面的这个方面的输出，我有这个方面的，对不对？但是当我谈完另外一个语境的话，
那么我们就要去面，就面临到另外一个，它的另外一个，也就是说人的另外一个层面，现实性，嗯，对吧？你比如说找工作，你在工作里面，那么老板跟你谈，你老板跟你天天跟你谈感情，不可能，老板跟你谈感情，跟你谈现实，现实对不对？所以说，既然我们人，既然人是多方面的，既然人是很多很多角度性的。很多方面性的，那么我们对于耶和华神为什么不是多方面的？为什么我们只看这方面？为什么我们会只看这方面？嗯，是。既然人都是多方面、多角度的去看问题，那么为什么我们人只看我们只关注这一个点报道？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从来不看，我跟你说从来不看，从来不去面对，为什么呀？因为人不现实，活在虚拟当中。说白了，他就不面对真实的自己。嗯，并不是。人呢，我跟你讲，在现实生活当中，他还要找工作。嗯。他不找工作。但是信仰上是不愿意。哎，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的信，就我，所以说，在生活现实当中啊，你会面对工作，对不对？对。你除了家庭，对吧？你家庭上有很多感情的丰富的感情需求，没有问题，对不对？是的。你所以说到职场上，那么你跟老板什么样？多么丰富的感情色彩，你跟老板，我去问一下，你跟老板是多么丰富的感情色彩多呢，还是说更多的做任务式？任务，对不对？那么老板看你每个月的业绩啊，看你感情够不丰富，对不对？是不是？嗯，你所以说，你知道在每个语境当中，我们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每个语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对于走天路历程，包括我们走信仰道路，一走就完蛋，你知道吧？嗯。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看，或者你根本就，或者你很多种原因，就是你错误理解，或者说你本来就对于耶和华神错误的认识，或者说你根本就不想去面对，很多种人性的原因，对吧？你或者说你只是想利用耶和华神满足你精神、心灵、其他需要，你并不想去面对他，跟人一样去面对他。对吧？你想是不是这样？是的，对吧？你如果把你人都能，就是你跟人交流都这么多全面性，请问一下，那么你对耶和华神，他难道不是很全面的吗？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说你对于一个人，你都知道他都会有全面性的，他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他用不同的回应方式来回应你，对不对？嗯。不同的语境，我说不同的语境，对吧？你不可能把所有的这个语境都放在一个语境里面，就用一种方式来对待，不可能了。任何的语境，就是我们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任何的不同的语境，我们会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去对待，不可能是一种，对，是吧？那么你职场人，就是你想你跟家庭，你跟朋友之间了，跟亲人之间了，跟爱人之间了。跟在职场上，它都不一样，不一样，对吧？你跟朋友跟朋友之间都不一样，是的，对吧？朋友跟爱情跟亲情，它都不一样，对不对？嗯、所以说，不同的语境当中，不同的关系也会发生不同的改变，不同的关系的改变，我们的说话方式，我们的应对方式，它都是不一样，这个没有问题吧？是不是？嗯、对吧？既然都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我们对耶和华神的认识只停留在？他什么都饶恕我，什么都爱我，就是不现实。嗯，确实是。如果那反是咱这样想，如果我们对于耶和华神认为他不是个现实的神的话，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你知道吗？如果耶和华神不是一位现实的神，他对我们会造成什么影响？那又等于往下想上了。如果耶和华神不是一位现实的神，那么他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你的生活当中。会，你跟神的关系，或你在你的天路历程当中，你走信仰道路当中，会对你有什么影响？你想往后想一想了，不靠谱，也就是说，你对于神的认识是没有现实的，嗯、就是这个神在你当，就是你的印象当中是没有现实存在的。嗯、那么，请问一下，你跟神的关系，包括你走你的天路历程，你会怎么走法？你按照自己的那，你就想了，就什么问答案都给你出两句。嗯，你是自我想象了是吧？因为不现实。嗯，神的不现实，自己走的肯定也不现实。所以说，你走的天路历程，你只有一个点，就是感情。
你走了这个，你走天路那个路程就是感情路线，就是感情路线，就是你这一辈子，你这一辈子可能三十到四十年，你只在乎一个点，耶和华神能不能安慰我？其他的你不会在乎什么样。打坐就行了。就你这你天路程就是基本上就感情色彩，可以不会牵扯到任何的现实路线。啊，既然耶和华神是个只有感情路线，你自己对于这个信仰一定是一个什么感情路线？就是说你跟这个信仰建立只有感情路线，没有了。所以说你在处理任何的关于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你都是感情。你比如说耶和华神说让你攻占迦南美地，耶和华神你不爱我，爱不你是爱我还是不爱我？你的问题是什么？爱我不爱我？如果耶和华神让你攻占迦南美地啊，你的问题是什么？耶和华神爱我不爱我？你不会想什么？我如果打不下来，耶和华神要废了你。是，你脑子里面没有什么什么叫现实，因为你们不存，就是你的脑子里面是不存在任何的现实性东西的。是，因为你因为耶和华神对你说的话，你满脑子什么？你又不爱我了？你爱我还不够？你爱我到哪个点？你忘记我了？对吧？饶恕我了？你满脑子都是这东西。对。所以说，你对于耶和华神对你说的话，对你做说的任务，让你干成完成什么使命，其实在你的心里面，在你的逻辑思维里面是不存在的，因为你也不会去想到什么任务失败会怎么样，因为你脑子里面没有现实，你对耶和华神，你对耶和华神的认知是没有现实的，所以你脑子里面也没有现实，所以说在走天路历程过程当中，你根本就不会思考什么人生还有条件，就是有条件，你只会思考什么耶和华神是慈爱怜悯的神，很爱我，什么时候都爱我，都不，就是说他爱我是不得手段。当你想到耶和华神爱我是不得手段的时候，你想想了，你能从你自我欺骗当中走出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那绝对是不可能走出来的，因为你满脑子想的时候，耶和华神是不择手段的爱我，不择手段的爱我，对。你那么再反过来想，那么你会想耶和华神是不择手段来试验你吗？那反过来想吗？你会想这个点吗？耶和华神是不择手段来试验你、考验你，你会想吗？为什么我们的人生当中没有什么考验，没有什么试验，也没有什么任务是完使命感、任务是完成率，到底自己的信仰到底如何，就考察自己考试，为什么我们这一块板块都没有，你知道吗？它都是因为什么？那没有现实，它都没有现实，你走什么？那么你会想到耶和华神不择手段试验你吗？什么刚才我们都说了，说现实是务实，对不对？脚踏实地，对不对？计算，对不对？那么耶和华神让你干一个事儿，你干不成，那么耶和华神在算这个这笔账了，应该是，他牵扯算账的问题了。他会牵扯个算账的问题。我比方说，耶和华神说让我们玩穆罕默里战。啊，1-27关，然后给我们10天时间完成。如果耶和华神就坐在这里跟我们说这话，有的人会下地狱，大部分人都会下地狱，你信不信？是，您信不信？这就是现实。原因什么？原因是你在大脑里面，耶和华神说的话没有一个是任务。就是耶和华神对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在你大脑里面就不存在任务，你大脑里面也不会存在完成了会怎么样？我十天，你比如说十天，我们约定好了几某年某月某日几号几点，晚上八点，就晚上八点，晚上八点结束啊，看谁通过十天，你在你大脑里面你绝对不会想到什么，如果我完成不了会怎么样？如果我完成不了会怎么样？你会想会怎么样吗？你会想会怎么样吗？你会想吗？你就比如说你会想到会怎么样吗？你会有没有这想法？你会想吗？
你会想到这如果完，如果这母亲如果十年之后完，那完不成，后果是你们，你会想吗？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不会啊。为什么不会？因为神是慈爱的神。对，就这么简单。因为耶和华神是慈爱，是因为我们已经因为我们已经对耶和华神这个信仰已经认知出现严重性错误。我就是说严重性错误，就是说这位神，你我们信这位神又不是，就是我们说天说信耶和华神啊，就信就是耶稣基督，其实我们信的这位神又不是，是我们自己定义的。因为耶和华神很全面，是你认为很单一，然后你把单一性套在你自己身上，然后你做任何事情，你思考任何事情，你的思维逻辑三观里面全都是单一的事情，是导致了什么？我跟你讲，耶和华神说任何事情我们必然失败，我都不用想必然失败，为什么？因为你不存在现实，就不会，你脑子里面是不会想到什么，如果我失败了，我会要承担什么后果？因为现实，你要现实什么？实事求是，对不对？嗯。任务完不成，结果很差。结果很差，遭受结果的，怎么什么结果？结果就很差，跟我们做饼店的时候一样，是一样道理。因为我们对于耶和华神对给我们说的话，我们都不当现实，我们对于信仰就说白了，你挖根嘛，对不对？我们对于信仰耶和华神，他就已经是什么不现实的神。所以说，你做任务肯定也不是个现实任务。你肯定就是说做，就说白了，你心里面就那么想，这个为神是不是为神？你做也做个玩，也就是说做而已。你不会想到里面什么很严谨的每一步做错了会怎么样？我不会存在这一点，因为它没有什么紧张感。我就做着玩嘛。耶和华神是慈爱怜悯的神，我怎么做，我这个任务做失败成功，做怎么样？反正什么耶和华神肯定有什么饶恕我，爱我，对，爱我到永永远远。你想是不是？嗯，是。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么起初，他们那帮以色列人出埃及，攻占迦南美地，他们不打一句就可以吗？耶和华神说，那么他们也可以套吗？耶和华是赐怜悯的神，我不打怎么样？哎、我又不打了吗？不打，他们没有死吗？我说吧，今天我们基督教理解了，不打就不打呗。对。调转方向，车往里边上走，不打呗。所以说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连那帮人都不如，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对于耶和华神的认知啊，对信仰的认知，我们连出埃及那帮人差距都很大。人家是什么？人家是我们一步，人家是脚踏实地往前走，你知道吗？每一步都要走沙漠了。人家是每一个任务都要走了，从出埃及开始走，对不对？然后你不用说别的，从脱那个羊羔，把那个血。吐到那个门上就开始练，做任务，对不对？他吐不好怎么办？他吐你脸上，把血吐你脸上好不好用？那咱俩想，如果有的人就想说，哎呀，耶和华神是慈爱怜悯的神，然后耶和华神说把那个血吐到门上，我吐你脸上。你看咱反过来想，说天使会不会杀你？杀你有是杀，对不对？嗯，他也是。天使会不会杀你？你把血吐你脸上，绝对杀。对吧？我们这不就说这是很简单的任务吧？我跟你讲，把这么简单的任务给我们今天，我们照样。我不知道死，你要不知道你们往上算一下死大片，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骨子里面，耶和华神说要戳我门框上，我们肯定是戳在地上了，戳在玻璃上了，什么地方都有。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不在乎，你知道吗？我们本来就觉得，我们非要按照耶和华神，哈，你比如说能吃那羊肉啊，不能煮着吃。只能烤着吃，对不对？嗯、你放就行了。我们这帮人追你什么？我喜欢吃煮羊肉，我煮着吃。对，肯定会按自己喜欢的。你信不信？我不喜欢烤的，你发现很上火、你会发现我们今天基督教会跟那帮人很奇怪，就是跟好像这我你觉得他信仰不行，你想我们行了，就耶和华神给我们任何指令，我都不想，我都想脑子想，每天在过着脑子事儿。你说我们这帮人说耶和华神，就说你。任何的任我们是没有任务，然后耶和华神给我们任何小任务，说今天晚上的羊肉我们不能煮的吃烤的吃，我想我们要死大片，就这么简单的任务，就比如说很难的任务，就说要烤羊肉吃不能煮羊肉这事儿，我们都可能我们基督徒可能做不到，你信不信？确实我们做不到，我们绝对做不到，没有那么严重，我们做不到了。所以说你发现就是这耶和华神是说给我们
做任何事情我们都会，我比如说今天神说举左手，肯定有很多人说今天神说声音说了，肯定很多人不举手了，你信不信？然后是说举右手，他就举双手，你信不信？他就有人举。可能就说什么，我就不举，看看你怎么样。对，我就不举呗。神慈爱。看没有，我的性格就是不举呗。我有个性。我有个性，我也举举，别人举不举。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你知道吗？耶和华神说，既然耶和华神赐下怜悯的神，我举不举手？他还能让我救赎了，我用这样受洗必然得救了。我口里说的，心里相信，我必然得救。哎，你看没有这个矛盾点？是的。所以我这个矛盾点很有意思，这个矛盾点。你拿着苦里说你心里相信我必然得救，然后耶和华神说一说举左手你不举，举右手你也不举，然后说神是慈爱的，我不杀了，怎么可能因为一个举手杀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连个举手我们的任务都完成不了，你更何况真的是说做饼店，真的是把饼店给养活了运营起来，这是个极其多么复杂的一件事情。对，对不对？你我们的左右手我们都可能分不清。对，我左右手我们肯定都不去做。所以说我现在发现了一个点在于什么，我们今天如今的基督教，就是说你想，就是我们跟这个信仰根本跟圣经里面的信仰根本就你不用说，根本就没有一回事儿，根本就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没有。对，光是一电动那个事儿，我看同事已经提醒了十几次了，前几天还有这种情况还在发，然后我当时就心里边没有想过你没有做好，后果会怎么样？后果会如何？没有想。抱着侥幸心理来讲，对，不现实。你这就是说，跟反过来讲，我们说放军队里面，你看那个年羹尧吧，雍正王朝对不对？看守。那个年羹尧说一句话，这个军队啊，怎么怎么战啊，怎么，比如说军队不能喝酒，抓你喝酒，剁手。你。我们怎么去看待剁手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看待剁手这个问题？剁手就是现实，对，他剁手就是现实，对不对？对不对？嗯。年羹尧可以在谈感情的时候，在酒席上时候跟你谈感情没有问题，对不对？在军营里面，他说这是军令，对不对？不准喝酒，你私下喝酒，直接剁手。人家跟你谈感情吗？不跟谈感情对吧？这我都不用说，这还是什么？这还是什么社会上能看到了？对，这是我们经历到，对不对？你比如说邓鹏以前在出监狱，你不听试试？你不听，你跟他谈感情试试？是正常的。那你蹲下，你再站着呢？你说你爱我呀，你来爱我呀。那我都会觉得，他会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去秒都不正常。是。是，真的是这样，对不对？我有一个经历，特别很好做例证的。我跟一位，我们在里面打篮球，有一位警官，他也打篮球，跟他挺好的。那打篮球的时候谈感情，谈爱好，那可以啊，打来打去，玩来玩去，这个都可以。但是如果不在篮球场上面，在管理制度上面，他是管我们的，我们是被管的。但如果说你拿篮球拿的感情跟他说，哎，我俩这么好，你怎么管我管那么严，怎么样啊？其实这是两码事情，是不同的语境，要分开的。那打篮球的时候，我可以跟你是个好关系、好朋友，但是在制度里面，我是管你的，你都必须听，不能拿感情来说，哎，你不可以这样管我。那这样子的话，到最后的话，是自己死有余辜，是自己不现实，是自己，你只看了他。比较单一的属性那一面，你没有看这个警官管理，他是实际上他是很现实的，制度就是制度，所以说这个是要分开。所以说在神家里面，就是说在我们信仰里面，如果我们连这个耶和华神是一位现实的神，我们都触及不到，那我就说你都今天你都不用走，我都知道你必定下地狱，你信不信？因为你对于耶和华神错误的认知，你对于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幻想，就是全都是今天幻想。你比如说我在军营里面，比如说我在军营里面，人家说不准喝酒，对吧？喝酒看守，你想，哎，不可能的，我跟这关系挺好的，对对对，那就那天还说话聊天的还挺好的，你喝试试看守，这剁手，对吧？去手，真给你去手。
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现在说，哎，你好像你比如说很有意思，说伊利亚好像和以前不一样，其实我一直一样。对，其实我并不是我这个人不一样了。而是说在什么语境里面说什么话，对，而不是说我一辈子说，哎，一天他们就那么多变成另外一个，好像变成个军事家了。我并不是，我是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我要做不同的事情，对不对？对，我意思说我就一辈子就一个样，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你在饼店里面，我们就谈什么谈业绩这些东西，对不对？我谁跟你谈嘻嘻哈哈事情，对不对？你干不出钱来，你把这个单弄丢了。那不就把你开除了就不行，对不对？谁跟你叨叨这其他事情啊？你爱我呀，你要爱我不爱你了，谁说爱谁呀？你做的事儿，对不对？你想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做事儿，我们谈到，因为感情与事儿它是不一样的两个事情，感情与事儿它是不一样的。感情，它是一个方面语境当中它需要感情了，事儿的方面，它现实。谈现实，如果我们把两个总是来互相拉扯，感情不像感情，事儿不像事儿，我们必然下地狱。就我们这群人啊，你想上天国啊，不可能给你上天，你都分不清楚什么语境讲什么话，都分不清楚。我们都分不连，我们连感情和事儿都分不清楚。就是我们当我们做事的时候谈感情，谈做事的时候我们是谈现实的。你这事做的好还是坏，做的怎么样，对不对？因为他，你现在我，你如果你拉扯感情的话，你比如耶和华神会给你谈感情，就是说等于反过来想，耶和华神让你完成任务，你跟耶和华神谈感情，如果耶和华神把你就把你腿打断了，我估计你可能耶稣都不信了。你想耶和华神能把我腿打断了？耶和华神赐怜悯神，他能把打断我的腿啊？是啊，有神是一个很邪恶的神，你就会用你的自己唯一的定义和理解这位神的片面性来框耶稣，来框耶稣，耶稣是为这这二神，你又框耶稣。是，其实耶稣什么？他本来在全属性方面，在全语境方面，他都是全备的。是的，谈军事，他就是你谈军事，对不对？谈爱就是谈爱你，这两件事情他是分开了。对不对？你们想是不是？耶和华神是为现，如果我们的信仰不能走出现实性，比如说我们现在这帮人啊，就是说已经听了一遍，我给你们讲了一遍，一遍又一遍，你们如果都不能走出现实性的话，你们一定会因着什么？因着这个虚拟幻想而灭亡。是，因为你做事情就说白了，你做事情你都不考虑很严，就是你不严谨，你知道吗？你做事情都很不严谨，所以说你说你想去天国，那是不可能，还说你是不可能了。你最后肯定是有，你肯定是那什么触犯军规，触犯军令，就触犯军规，触犯军令，剁手，剁手还是个小事儿，我跟你讲，剁手还给你机会，剁手还是个小事儿，对，还有命不斩的，对不对？像不像？记不记得那个，就那个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不对？扫罗说嘛，对吧？今天谁不准吃任何东西啊，对吧？谁吃任何东西杀他，对不对？是不是？是，他们不是因为吃东西的时候打仗吗？是。亚干说了，不是拿东西，对不对？对吧？整个军队就，你比如说整个军队打仗，就他一个，对吧？几十万军队出去了。对，耶和华神是守约的神，耶和华神也是什么承诺你这个战役必胜，对不对？但是呢，好了，又开始什么？又就谈条件了。因为我发现我们脑子里面是基督教的脑子里面，就基督徒里面没有条件这句话，就是我们脑子里面是没有条件，只有无私大爱可以，但是不谈条件。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上帝？我们为什么很多时候不能理解上帝的旨意，或者说这个命令，或者说对于上帝的这个属性，我们没法很好了解，就是因为什么？我们缺乏了一个条件。因为你不是，因为你自己脑子里面不相信什么耶和华神，其实凡事给你都是带有条约束力，带有条件，条件是约束力，它是有约束力的，它是有约束力的，它做任何事情都是给你约束力，有约在里面的约束。你知道什么叫约束力吗？什么叫约束力？什么叫条件？什么叫约束力？什么叫约束力？就是条件嘛。
有一个标准，一个条件约束在里面，一个标准，一个规则。约束的就是条条框框，你知道吧？就说实白了，标准。你做这件事情要满足一、二、三、四、五、六，好，耶和华神承诺你，对他才会。这些条件一条件一，条件二，条件三，条件四，条件五，条件六。然后耶和华神承诺你这件事可以才成就。任何的一个条件你做，你任何一个条件你违背了，不好意思，这个承诺也不会给你承诺。嗯，反过来想，你们今天想不想过这个问题？耶和华神做任何事情是给你谈条件的，是谈约束力的，他的承诺都是建立在什么约束力，都是建立在约束里面的。是，你们以前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有没有思考过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只是天天抓，我们经常喜欢抓什么？神的应许，对不对？嗯，对吧？抓应许没有问题，应许在这里，应许在这里，做到了这些。应许在这里面，应许在哪里？你知道？应许它不在这里，上帝应许不在这里，上帝应许不在这里，是在这里。那么看，能不能明白这个理什么意思？做到条件了。上帝的应许是在哪里？是在约束里，对，约束力里面。上帝应许不在约束力外面，就是说你做任何事情，上帝都应许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什么？这是不现实，这是不现实事情。因为我们说上帝他属于现实的位置，就是耶和华神做事是什么？实事求是。按照实际出发，实际出发，对吧？按照实际，按照实事，按照实际事实啊，按照事实出发的这件事情，实际上出发的这件事情，于丁耀，以前你想过吗？没有。为什么你不往这方面想呢？没有现实。嗯。没有想过，就是说还是那个说神是慈爱的。嗯。然后没有想。没有完成的话会怎么样？嗯，就是刚才你提到那个攻打迦南地的那个一样，那几个探子回来不打了，最后不就死了吗？嗯，那个打了先就活了吧。嗯，就是这样，对吧？这些事情还是什么？我们天天读的事儿，关键是吧？这个你说你没读过吧？嗯，咱今天想讲，就是好像我们今天讲了一个新的内容，但是问题是我们。从亚，就是说，我们从那个创世纪开始，从那个挪亚方舟就开始读什么耶和华神的现实性。嗯，你没有读的话，咱也不说这事了。你说挪亚方舟它造不成功吧？就耶和华神说多少尺，多少轴去做，对不对？多几年几月某年某日哪时候就起来这个舟，你知道吗？他说造不成呢。他说你上帝说300尺啊，那么你非要做个你非要做个10米的船。你非上帝让你做个大船，你非要做个独木舟，完了。那么上帝还要用许你，关键是你还想什么？上帝还要用许你，你不怕耶和华神那么一个浪把你拍下去？你不怕耶和华神一个浪就把你拍下去一块死？我想了上帝的爱。这就是，咱又换位思考这个问题啊，就是挪亚如果不按照这个做，其实也有不按照做死了，还想清洗罗德妻子，嗯，对不对？那么这如果这话说，如果这些故事我们没有读过，这些故事如果每一天没有读过的话，没有讲过，没有看过，没有看过多少遍的话，我咱就不说这种事情，对不对？那么他们从索多玛耶和华神这天使说，对吧？你们要往这个山上跑。条件提出说，如果往山上跑，你们必得活，是不是？嗯、是吧？它是约束力。是。你要往后看，你就死。嗯。是不 是？那么罗德往前跑，他的妻子往后看。那么这个故事，他还没进入到新约里面。然后耶稣还说什么？你们不要效法罗德的妻子。是。耶稣还说这样说，不要往后看。那么他往后看，他是不是死了？他是不是死了？是的。罗德是不是活了？嗯，这就是应许。这什么叫现实？这不都是现实吗？耶和华神是现实的威神，所以说耶和华神做任何事情，他跟你说什么事儿，有耶和华神跟你说什么事儿，他你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该聊到什么了？现在我们就聊另外一个话题了，他的期待是，嗯，
目标和期待是问题。耶和华神没有期待是什么？你想不想过？就耶和华神，就从旧约，你可以翻看旧约啊，就是说每一个伟人，如果咱把每一个伟人反过来讲，挪亚也不用造方舟，他做了不好，做了一个这个舟。然后我们想亚伯拉罕献祭孩子失败了，没有献，献不上去。亚伯拉罕献祭孩子也失败了。那肯定后面的应许都得不到。我们就把所有的圣经故事啊都反过来讲，他们都做不到。像我们今天，就像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思维逻辑啊，什么不好意思，神，你是赛联名神，我什么都做不到，我不能，你能，在我不行，在你里边行，你又为我们担当十字架。输不输气？他这么说的，我做不到，我是做不到，我才需要耶稣。是他的话术是这样，正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才需要耶稣。他的话术是这样的。这个话，你想，他把这个话术套在所有人身上，套到所有伟人身上。你说耶和华神那个浪玩拍死的，你想不想过？就是我们的基督教现在我们的现在的认知，对于神的认知的思维逻辑多么混乱。多么的不现实，多么的可怕！所以说，但是呢，我们还很坚信，我们一定会去往天国。所以说，有的时候我都觉得，你们哪里来的自信呢？就什么，你的自信能从哪出来的自信？就是你们已经活得很不现实了，但是你们又很自信满满的耶和华神，一定让你一定可以。就好像什么，耶和华神让你造方舟，你不造啊？你造了个独木桥，独木舟，然后期待什么大洪水来的时候，耶和华神不会一浪把你拍下去。我在这个东西我就想不通，你知道这事儿。我就说每天你们讲说你们难道不能在现实讲吗？你们是发现吗？我这三年以来啊，我教导最多就是什么耶和华神的现实性。你可以看我的每天随便讲到，对吧？从世修学可以讲到，你都是见证人也好，对不对？那么谚语见证人你也听了，对不对？我讲是不是都很现实，是落地有现实性，要出于亮剑啊。然后就是说，我的讲座，他并不是说我现在就是说我今年2023年一个10月2就马上到10月底了，我跟你讲了个，又好像伊利亚，你是不是给我讲了个新课？新的又来了新的启示，于是我总是问伊利亚，你的启示不断更新，其实我没有更新，就是对于这个点，其实我现在不是更新这个点，你知道吗？我现在一直在听你们讲，一直讲，我就好像我就讲了我这三年以来吧，我讲够了，你知道吗？也就觉得我讲你们在干什么，你都知道，我讲了那么多遍，就是你们就不听，反复强调。是换汤不换药。那么你可以把你不相信的话，你可以把我所讲到，你可以从福音信仰基础开始，释经学、四福音、使徒行传，你没发现没有？我的讲道里面就在围绕，就是搭了个点，就好像出不来，这个点就出不来，绕来绕来绕去。江子妹的儿子都说了，妈妈，为什么伊利亚老师总是讲一个点？他说这个点我已经听了无数次了，听他讲道。他为什么总是重复说一个点？因为我们不现实。你看，你的孩子听的一直在那里面钻着出来，所以他就一直讲。我说为什么妈妈？他为什么老是说？他是因为他喜欢重复说吗？还是因为学生还没听懂呢？讲了一直讲，确实就说那是因为我们都还没听懂，没落实，没有落地。不，这个不是落地问题，而是你们要明白，你们要想的一想，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就是讲到就是对于耶和华神的现实性的意义，就是说你做不到，就首先你不去读一个这个结果，你做不到结果会怎么样？我说不信也是个结果，对吧？首先不信也是个结果。但是呢，我们一直讲三年以来，但是我们一直会保留什么？耶和华神赐爱怜悯的神，就一直保留这个点。但是从来就这个现实性讲了一遍又一遍，他就是不过了，就一点点都不想过，就不想过了，不想迈过了。就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你先想的是什么？耶和华神的不现实性，而是更多偏向于感情色彩，而并不是说今天想耶和华神到底背后有什么期待是慈爱，知道这个。那么如果挪亚造了个小舟，
对吧？被海浪拍了就不起来了，它刺不起来。所以反过来想，一诺亚就是不按照这个不按照这个耶和华神说的话去做这件事情，一个浪把它就拍下去了。他耶和华神是不是慈爱的神？我估计我见基督教所有人都说他是不慈爱的，对，肯定。我跟你讲，几乎所有，为什么？因为他定义耶和华神是慈爱的神，他对于耶和华神的认识是什么？没有现实，对不对？他肯定这全都抱怨，对，是抱怨，对，就这样子的。很多人不是说嘛，旧约耶和华神是一位邪恶的神，你看他看不出旧约里面神的属性，他一。确实我也听很多人都是那么说，就是很多很多，因为我服侍遇到很多人嘛，他们都会说我不看旧约，旧约的神呢太邪恶了，他说很凶残，都是血腥的，他说新约里面的神比较好，但新约的神变了，他说比较好，所以我喜欢看新约。世界末日那就很多人都会这样跟我说，很多人会说那哎很有意思，就那一天啊，我要特意又那天我也不是上帝可能又把我眼睛又开了一眼，看就是摩西这件事情，摩西就是说就耶和华神呼召摩西的事儿，他呼召了好几次，是，就是呼召了几次，他呼召好几次，就是说哦，就是耶和华神先给他说给他说去嘛，然后他又说提出谁会相信我说，你也不是谁知道你是谁呀、啊？对呀、啊，谁知道你是谁呀、啊？耶和华神说：“哦，你告诉他，我是自由游泳的，我叫耶和华神。告诉他，我说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他们这是我是这位神。说，然后我摩西说，他你知道他说这些话，你知道他是不想去，你知道。后面我跟你讲，后面就说什么，我去了谁听我了？听我了，行。耶和华神说，行，我给你个神迹啊，你那么你就去行了。”我是拙口笨舌，对呀、啊，我是拙口笨舌了。我说话，我自己说话都不好，口吃。那么你说谁听我了？嗯、对吧？耶和华神说，谁就是看上学的时候，谁造了？他上学，耶和华神愤怒说，谁造了你的口？耶和华神愤怒说，你谁造口了？又给他拍了。然后你还说什么？然后呢？耶和华神紧接着说什么？我那么你不是有个兄弟，你不是叫亚伦，他当时是你的口，你会发现吗？他其实摩西他一直上去说去不去去不去去不去，他心里他就是不想去，他只是在这里一晚上愤怒，最后才说谁会听我的，不用是不是有钱的愤怒，后面就是拙口笨舌，你知道就是说你，所以说我看到这个点，就因为这几天我就反，我因为什么我注重这个点了？是因为什么？我发现你们对于耶和华神，就是说生，就是你们不在乎耶和华神生不生气啊？你们好像很不在乎耶和华神生不生气，就是愤怒和生气。你们在乎耶和华神愤怒吗？你们就反过来讲，你们知道什么时候耶和华神会对你愤怒吗？还说在你大脑里面一概念里面，耶和华神不会对你愤怒的，不会一巴掌把你拍死。这个就是什么？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心里面就没有什么耶和华，你拒绝耶和华神，或者说你不去做耶和华神的，没有那个事儿，耶和华神会一巴掌把你拍死。是的。你会想吗？你会思考这个问题吗？说话说一次两遍你不去，耶和华神，那能把你拍死这事儿？你会想到耶和华神把我拍死吗？你会想到耶和华神愤怒，就是说白了，耶和华神就要你灭你九族这事，你们想不到要灭你九族，就是说神你说这话，说那你今天出去买个饮料回来，你不去，耶和华神说灭你九族，你能不想到这事？你会不会能想到这个事情？灭九族，不听上就是不听皇帝的命令，就不用说了，皇帝对吧？人家是一句话，对不对啊？这可不是一般，这皇你都不用说了，习近平你说句话。你去不去？国家主席跟你说句话，出去干事儿，你不去后果什么？就是说，不用说皇帝，不用说天，地上的君王，地上的皇帝说一句话，你不去试试？对对对，就好比今天，就拿我们经历过的事情做例证比较现实哦。我们去卖柠檬茶，城管说今天区里面领导来检查，你们配合一点，我们可能都不去小青岛，那一天我都不去小青岛了。你看，那领导来说的时候，来下来检查的时候，你说我们在不在乎，对不对？我们肯定行动起来，那不去了，都给个面子，大家都不去了。你们怎么就是基础逻辑啊？
就是说国家主席跟你说句话，你不做会怎么样？你会不会去做？你就是国家主席让你说让你去做一件事情，你不去做的话，你会不会想到会后果什么？他说你就不去做无所谓。得说实话，国家主席让你去买饮料买回来，你会执行个命令呢，还是说你发个令我不去了？会不会去？其实不要说那么远，我觉得就有时候你就单单说，比如说你在单位里面，在公司里面上班，老板让你去完成一个任务，你都不敢不做，你都很害怕得罪老板。是，不要说主席了，主席太离我们太远了。嗯，就你看，老板让你去做一件事，你不做看看？对啊，就比如说老板今天让你把这个 logo 设计给我们的。我们这个公司的 logo 让你去做，今天把它做完成，你不去做，我不做，你不做，明天就咔嚓，明天你就给滚蛋了。对啊，决定让你滚蛋，是不是？对啊，哎，你说生活当中，你说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那是现不现实？很现实的，烟花神就不现实就。反正神是慈爱的，他不会拿我怎么样。我们的心里是这么想的。对于老板，我们不说，哎，老板是慈爱的，不会吵。对啊，我们这么都没有这个逻辑了，这脑子进水了，就是。你们想是不是？就是我们也不在乎什么耶和华神的期待值，你知道吗？不在乎耶和华神期待值。在乎的话，但事实上，耶和华神做任何事情，你要记住，他是有期待值的。嗯。他为什么会愤怒？你要知道愤怒从何而来，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耶和华神会愤怒这个事情？他有期待值，我们不做就让他的期待值落了空了，所以我们就没用。没用。哎，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我听到声音和异象的时候，我能够知道耶和华神生气了啊！就我们，你看，先第一批来的，何克嘛，李弟兄嘛，还有。严弟兄，还有冯玉琪，还有韦弟兄这些啊，你看啊，就是耶和华神点过名的这些人，就呼召的出来了。比如说严弟兄、冯玉琪，还有韦弟兄，对吧？还有伊丽莎，对吧？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耶和华神。今天我讲到就要讲这个事。对，耶和华神为什么我听到是愤怒的声音，我很害怕。哇，为什么他生气了？生气，因为我也不太懂嘛。哎，我这个神怎么？好像跟人一样，真的那个情绪会波动的啊，因为我的认知里面，我也可能我更多的会想到是耶和华神是慈爱的嘛，因为我也是在这个假教义里面出来的嘛啊，但是那我也跟你们说过很多次，诶，耶和华神生气了哦，那我的认知里面，我认为啊耶和华神是慈爱的，没有生气，但是我在我的印象当中，我刚才我又想起来了，耶和华神生气过好多好多好多次，比如说伊丽莎警告多少次，然后一直到最后被刷下去。那比如说韦弟兄对吧，警告他什么什么的，最后生气跟他说了。行，我想说是吧，对吧？还有冯玉琪，我再说一下冯玉琪，耶华神警告他，但是他一点都不回应。其实耶华神已经很愤怒了，但是他都不回应。前两天又跟我们说他要来跟我们谈，谈什么？神的话你都不听也不回应，我们能跟你谈什么？嗯，对吧？嗯，真的。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件事，为什么耶华神会愤怒？那愤怒后果我跟你讲，就是断胳膊断腿灭了你。是的，后果就是灭了你。对，你可能没想过这后果，但是我跟你讲，你惹耶和华神发怒，就灭了你。是的，你不现实，上帝很现实。是，只是你不现实而已，他灭了你。他为什么？当我们讲说他为什么会愤怒？因为什么？你并没有满足他的期待值。是的，你并没有满足他的条件。你并没有满足他的条件，没有满足期待值。这里就经文，我们。你不用打开，我念，你们就听。对吧？这是在这个路加福音13:6-7，主耶稣说，有人在葡萄园种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却找不到果子。他对园丁说，三年来，我一直盼望他结果子，他却一个都没结，那么把他给砍了。然后在这希伯来书这样，这个是使徒写的5:11-12，关于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但因为你们已经听不进去，很难向你们解释。按你们学习的时间来算，你们本应该当别人老师了，可惜你们还是要
还是需要别人向你们传授上帝的话语基本道理，成了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的人。这些经文都很熟悉，对不对？对。那么这个方面又牵扯到什么？期待值又牵扯到什么呢？为什么会这个期待值的问题又牵扯到这个价值呢？牵扯到价值里面这个逻辑。你知道为什么你不会在乎耶和华神期待值？你知道吗？那你不会，你为什么不会在乎耶和华神期待值吗？是因为不明白价值。我在自己的想象当中，看不到价值，没有价值，价值感低。就是耶稣对，就是说，这是君王，这是天界的君王基督那个世界，对不对？嗯。给以色列天天讲，对吧？行大神迹吧，对吧？行了大神迹吧，行大神迹是不是？是大神迹了吧？讲道吧，是日夜讲道吧，是，对不对？三年吧，嗯，对。等你知不知道在你知不知道这个在国外的律师工作，这就讲现在讲到律师工作嘛？律师工作就是说你比如说有。我心理医生或律师啊，没有工作什么。你如果去咨询律师，你进这个门，然后啪大表，计时收，开始计时，咨询多少钱？开始计时，一分钟$5到$10，嗯，一分钟$5一进门大表，嗯，你知道说明个什么事儿？你知道吗？这说明什么事儿？价值，人家律师。按分钟$5-$10 ，dollar，$5-$10，按分钟，你按分钟收费，是，就说是你知道什么？人家这个人说就是站在这里说话，就你跟他坐在这里，你不说，人家也达标。你说我直接就说你进这个屋子，人家就把这个表啪一，你说不说，这个表就走动了。是的，嗯，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是60，你比如说60分钟。$300，300-600，你说不说话，一小时，不好意思，收费，给你码，dollar拿着来，你知不知道这事？我们就说这个事儿，这个可以能不能理解？嗯，能理解。价值对啊，那不还不那可以再说个简单什么？你学钢琴，你学英语，对吧？那么也是60分钟，那么英语老师可以说是从。$100-$1000小时不等，一小时对不对？是的，一小时。那么你算不算？那么人家每一分钟要拿多少钱吗？就算一小时600块钱吧，就算一小时600块钱，600块钱，那么一分钟多少钱吗？四，一分钟。一分钟10块，对吧？10块，对吧？你就说我们说一个英语老师钢琴老师好了呗，他现在不错了，人家一分钟$10，哎，等等反过来想，如果你知道你拿这个钱啊，你拿这个钱，你比如说你拿这个你找一个钢琴老师或英语老师，让这个孩子去补课，你会不会让孩子好好学习？一分钟$10，对吧？一小时学英语600块钱，对吧？一分钟，人家说就说，比如说我上课行了，对吧？一小时600块钱，我说一分钟话也10块钱，嗯，一分钟说话就10块，就挣10块钱。你比如说你们都来，对不对？你们都来，对吧？我一分钟每个人就该收费，你我按表算，一分钟每个人10块钱。比如说你想不想我这个问题？如果按照时间上来的话，对，是的，就这样子的。你知道以前你知道我们的我说的俞敏洪，你知道我们怎么发家的，你知道吗？俞敏洪你知道吗？新东方你再具体你知道怎么说吧，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具体你们知道为什么他最多的新东方具体你知道他做什么起家了？教育具体什么教育的很大的框架，就是出国了。出国具体什么？考托福留学的。托福当时只有他，很少，就是全中国很少有人能做培训托福了，对，出国留学了，就是他。你他的技术含量，你说上他的课，你想想了，你比如说当时就是说能教这样出国的人也逐渐增多嘛，然后能培训人就少。你想一节课，你比如说一个班级100个人行了，
一百个人。他说走廊窗口那里有人听课。那个时候我跟你讲，那是大屏幕这样，那上课，就一百个人就行了。你说你一百人上课，那么一个人就说一小时就行了，一个人给他付500元就行了，500元。你说这一小时挣多少钱？5万。5万。对吧？他一小时就可以挣5万，你知不知道？你家玉米王，一小时500块钱，要托福课一小时500，一百个人上课一小时5万，一小时才拿5万块钱。你知道，人家这就是价值。那么上课的人他花那么多，一小时花500块钱，上课好不好听讲？好，你也是。好不好听讲？特别认真。上厕所不会上。对吧？特别认真听讲，对不对？对。是会不会认真听讲？会听讲，对吧？然后呢，他们的目标时间很清楚，对不对？考托福，对不对？是不是还有期待值？对。他们拿这个钱，那么花这笔钱，是不是他们还达到这个期待值？是的。看这个问题看到没有？就说，那么耶稣就说我们正常就说，这俞敏洪都能讲课一小时啊，就100个人的话，一小时挣5万。耶稣一小时开个价不就一小时，那给他钱不就呢？这样讲个英语课，培训托福课，这还是培训个托福，这还是。英语课程，但是你英语课程。我们在想廉价，不值钱。这是英语课程。还无所谓。那么耶稣他讲个比喻故事啊，给你讲几个经文，那怎么算？他给你讲一小时的课程，那怎么算这事？看不到这个点，就是说白了，他们为什么不结果？你知道吧？就是说他们认为耶稣，就是说耶稣来到这个人间啊，讲的话他不值钱，你知道吧？他没有价值，就是他们对于耶稣所讲的每一句话没有价值，没有价值，你爱讲不讲了，你讲不讲对我们有什么用？没有价值，就是说耶稣所行神迹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价值，耶稣所讲的话对他们而言也没有价值。你要知道，一个人他只会对什么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才会上心，对不对？是的。你说这是这逻辑吧？对，是的。你觉得这东西有价值，你才会上心。你比如说，如果你对于某种洗发水上，哎，你很在乎你的头发发质，对不对？那么你可能是很认真去听这个洗发水怎么样。如果你不在乎的话，你看不见价值的话，你讲我也不听，我一个字儿听不进去，你信不信？信。我一个字儿不听，因为人他只在乎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他会去听。你认为没有价值，但我不会听，是不是这个逻辑？是不是你们想是这个逻辑，对不对？是。然后我再讲，我就拿伊丽莎举个例子行了。这件事情的话，你思考上，伊丽莎经常说一句什么？主耶和华神，主耶稣有永生之道，我跟随谁呢？对不对？他总说这句话，对不对？然后呢，我说我们读美兰信息会神学院嘛，我说美兰信息会神学院，我说我们的神学院吧还挺不错的，我说60万3年10年，60万3年，对吧？那么伊丽莎怎么说？我才不去了，这么贵谁去？你不是有永生之道，你跟他学吗？那么60万就把你打，就把你击垮了，60万人民币就把你击垮了。你不是你有永生之道，我跟他学吗？60万就把你击垮了。你知道瞬间说完一句话，你知道他暴露了什么？你知道他暴露了什么吗？你说他暴露了什么？没有价值，对吧？赫赫都看出来了。他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跟他学，你知道吗？他说完这话，看起来是会把耶稣抬了包包的，高不高？很高。然后什么？60万谁去啊？什么？就是说，原来你追求这个信仰道路上，你连60万都愿意付出，你又说你有永生之道，跟谁？这不是瞎扯吗？对，就变瞎扯了。你想一毛不拔，能不能理解这些东西？这些思维逻辑，你说为什么说一个人说话思维逻辑全都展露出他的心声？你知道吗？是的。你为什么人你是跑不了了？你是跑，你的思维逻辑，你的心思一点，你是跑不了了。你装也装不出来，为什么？你一说话也透露出你的心声，
除非你不说话。嗯，除非你不说话。因为什么？他虽然他把一他自己感情方面，你知道吧，需要一个心灵寄托，但是呢，他对于耶和华神的现实性，到底对耶和华神的现实到底是多少，他不去挖挖他内心，算算他对耶和华神到底是多少。我再说说国外的那个学生吧，对不对？人家也是花钱，人家国外的孩子是什么？人家是家长是不给钱的，不像我们中国父母还要给钱上学，你知道吧？上大学的话，他们都是自己去想办法。对，这是国外的孩子。那么我们反过来想，那么人家也是人，人也是人，我们也是人。那么人家就要天天去打工，每天晚上我的同学，我的同学 Brad， 他十二月份就来了，他 Brad， 他每天从早上，我们上课时间是早八点。到下午啊，那也并不是下午，反正有时候下午有课，有时候没课。我们就说到下午一般是三点十结束了，啊，这是我们一天的课程，对吧？然后呢，他到四点钟，下午四点啊，去工作到晚上十二点，下午工作晚上十二点，然后呢，十二点回来之后呢，开始写论文，十二点回来我写论文，然后从十二点写到凌晨四点，然后睡三个小时的觉。每天，但是他别忘了啊，他不是说是一天啊，他是三年。这么拼啊！人家是三年，怎么？哎，那人家你说这个人家怎么想？人你说你没有钱，你说哎我上学院没有钱，那么人家怎么想的事儿？所以说为什么说包括理地性，包括那种，就是说你钱它其实并不是个问题，而是更多展现出什么？你对于信仰的价值的追求的东西。对，心。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心？你知道吗？如果这60万能让你把这信仰搞明白，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有这颗心的话，真的把这个耶和华神的价值给弄上去的话，你也会跟他是一样的，想尽办法一边赚着钱一边交学费，而并不是天天说我身上没有钱怎么办，而是什么？这个其实并不是问题，你知道吗？钱不是问题，是你钱没有可以去赚嘛？因为伊丽莎也说嘛。啊，我是一小时，做门窗，我怎么我三四百都不去赚，我现在都不去赚，我一下子赚5000-6000，那么你赚呢？那么你赚个60万呢？那么你既然这么认可耶稣的价值，这么说你有勇士的我跟他学呀，你挣个60万，你给我呀，那现实吗？你不现实点吗？所以说嘛，你更穷，你反射了，你不认可我这个人，我没有我对你没有价值，我的课程没有价值，这才是现实，你知道吗？一旦谈钱的话，人都会什么？为什么都变了？为什么？因为你从你内心骨子里面也不认为我有价值，我的课程也没有价值，我现在的课程连我的用我现在教这个神学的课程，连我教英语的课程都不如，因为我教英语的话是一小时200-300，这是我教英语的课程，要1小时200-300，明白吗？说我现在的这个价值，连我教英语的课程都不如。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呢，就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看不到，觉得我们都爱主，就说我们都爱主。我就说我从国外的，就说跟 Brad 在一起， Brad 我说这个事儿， Brad 我就看他们怎么样去，就在神学院里面他们怎么追求的，跟我们追求不一样。人家也是没有钱，那么这怎么回事？那么你再反过来想，这是怎么回事行吗？你就知道是不是什么问题了。想没想到这个问题？你看没看到这个？我说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追求的信仰这种理解度啊，我们对于这个对于价值，对于信仰追求度，是你我们天天自己高举很高，但是你不知道你怎么咱多么低，对吧？你咱先不用说别的，你想跟国外人比一比，走天路的人家60万学费他都是自己挣的。然后呢，每一天3年10年睡3个小时，先不用说他信仰这个教义对不对？你就说人家对于这个信仰追求度高不高行了？那么你就是这是不是数据？这是不是数据说话？人家60万学费，人家什么？人家是没钱对吧？因为伊丽莎是没钱对不对？是不是？他说没钱，对吧？先别说他说没钱，再说没钱，那你赚呀？你挣60万挣吗？你能不理解？你挣吗？你能拿吗？你不会拿，我跟你讲，就即使他中了60万，他也不会交学费，对不对？
你信不信？你别说六十万，他光连六千块钱、六万，他脑子都过不过？你信不信？你敢不敢说？你信不信这事？我们把神学院，就比如说我们是神学院啊，我们提升一年六万，你可能就脑子就过了，以后哎呀就算了就行了，你信不信？就说我们可以这样，你可以测试测试你的心理啊，你从一万开始，我们学费一年一万，你的心理是什么样？两万是什么样？三万是什么样？你想想去了，到达一年十万的时候，你脑子里面想什么？你又想着你到底就说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你这些东西才是你这才是你的真实。这才是国家现，这才是你现实的你，这才是你现实的你。你别天天想着我自己多么爱主，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多么不爱主。嗯，这你根本就不知道上帝对你多愤怒。你要是你，因为你脑子想都是神的慈爱，对吧？你脑子都被幻想充满了，上帝多么爱你。其实上帝是多对你多么愤怒，你不去思考思考。你如果一百分是满分的话，上帝可能对你的爱只有十分，你自己高举自己一百分。其实上帝对你的愤怒是已经达到九十了，然后你以为上帝对你的愤怒是十分，这才是我们自己，你知道吧？对，是这样。我们上帝其实不是那么恨，就是耶和华神其实不是那么爱你。现实上，因为你并没有对天国付出什么代价，或者说你并没有就是对这个信仰很了解，对不对？其实上帝他并不是这么的爱你，并不是你想象那么爱你，知道吗？他确实会有个普世的爱。对吧？因为耶和华神确实希望，但是呢，跟你的私人关系，我们先说跟你的私人关系，可能上帝不是这么爱你，但是呢，你被你自己的幻想什么，我上帝多么爱我，上帝没有我不行了，没有我不行，这是我们想象的，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是。你并不知道上帝是多么痛恨你，但是呢，你会想上帝是多么爱我。但是你不去想什么，上帝在这个时候是多么的愤怒，愤怒什么？没什么愤怒，期待值都满足不了，没有期待值，对不对？如果他不是愤怒的话，为什么耶稣这么说嘛？对吧？两年之后不结果就砍下去了，他不愤怒他砍了干吗？就是想说他不愤怒他砍了干什么？你知道砍了什么意思吗？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送下地狱，就说他就说白了，他把你这个无花果不结果子，他把你砍下去，就是送你下地狱啊！就说。你让耶和华神多么愤怒，他送你下地狱啊！这事你想过没有？你要让耶和华神多么愤怒，他把你送到地狱里面去。这还是耶稣两年时间就讲不到你，因为我们总是不是幻想什么？耶稣两年时间，他发现什么？他讲的东西啊，你不吸收、不理解、不去悟、不去做，他就把你送地狱。你想不想过这事？耶和华神他妈这样神，就说白了，就是说白了，耶稣说的话你不能理解，没法领悟到，没法执行，耶和华神就把你送下地狱，这事你想过没有？这个事情你们想不想过？就是说他就是说白了，他反过想，就耶稣就是什么意思？耶稣说的每一句话，你必须。脑子绞尽脑汁在思考，搞明白完执行，那个叫什么？有效性，叫有效性。哎，期待值上，把期待值拉上来了。哎，主耶稣很开心，对不对？他讲的话你不放在心里面，你不悟，你不理解，你还不去做，你不知道它有时效性。就是说，耶稣说话是有时效性的，它有时效性的东西，时效性。你知道，如果你耶稣说的话，你比如说耶稣站在这里给你讲课，你比如说耶稣行吗？就是我作为一个人啊，如果作为一个人，我就是说，就是给你们讲三年的课没有效果，你说我会不会愤怒？是，你想，那比如说你比如说天界君王，你说人就是我行了，坐站在这里，就说三年讲课，讲了三年课，就说我你们也不能理解，你也没法执行。也不没法达到我的期待值，你知道？那么你们想，咱换位思考，你知道我脑袋想什么？咱换位思考，你知道我脑袋想什么？把它砍了。你知道我脑袋在想什么吗？我一分钟都不想。很失望，想放弃。
想的东西很多，你知道吗？他就说，他就算，你知道不？我告诉你，我脑子想什么吧？就说，哎，你们这一群人，不是浪费我时间吗？嗯，是。你不是浪费我的时间吗？在这儿拉你后腿。你不是浪费我时间吗？对。然后不是你不是浪费我精力吗？是。你不是浪费沈家资源吗？对。我如果人都有机会什么，对不对？我不给你们讲，我给另外一批人讲的话，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你知不知道？就是人生，你得想它有几个三年嘛？你想，再反着想。人生会有几个三年？人生会有几个三年？讲了三年，那么保罗的经文句子你们没有看吗？就是说，对于就是这是在哥林多后书啊，11:7-8，保罗说：“我为了这个福音白白的传给你们，甘愿卑微，以那么着生你们。我这样做有罪吗？我抢夺其他的教会，拿了他们的资助来服侍你们，对吧？那么对于保罗而言，那么他害怕，就是说做这些事情都突然了。”他做这些事就是白费功夫，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的，你知道吗？白费浪。就是保罗本来呢开开心心的建了一个教会，这么多人听到，本来信的都接触到保罗，对不对？对吧？因为是三年时间，对不对？那么没有呢？那么三年之后，哥林多教会把保罗赶出去了，那保罗会怎么想？他为什么保罗说，我忘记了当时我给你们收学费了，很愤怒。你为什么保罗愤怒？他为什么会愤怒？你知道吧？因为你让一个人的期待值落了空。是不是？嗯，你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什么？你咱反过来想，你们付了学费，咱还有点安慰啊。你比如说，你们这些人，对吧？一个人付60万，一个人60万啊。我心里说，你们不学拉倒了，反正你们就这么地了。大不了什么，咱1-2万呗，对不对？但是你想，咱反过来想，哎，又不交学费，是不是？又不交学费，又我要投入时间，要投入精力，对吧？要投我要投入机会成本，然后呢？我三年之后我看不到结果，我会怎么想？那换位思考嘛，对不对？那就要换位思考，对吧？那么第一批来的人，对吧？为什么严弟兄现在还在思考什么？哎，是不是严弟啊不爱我了？怎么还不鼓励我？他脑子不会想什么事，那么你的浪费我的时间，他怎么想？他不会想，那么咱就换位思考，你不能只站在你的，不能只站在你的这个角度思考，对不对？是吧？你不能说只站在你角度，那么我还没有满足你们什么东西，对不对？那他换位思考了，对不对？三年之后，包括何克、李弟兄，对吧？刚来的人，韦弟兄、冯一奇，对吧？包括严弟兄，对吧？还有小红啊、伟红，对吧？就说已经学了近三年的人的时间，那他开始，我们开始换位思考，对不对？对吧？是不是该换开始换位思考了？因为三年的时间可不是说随随便便的，对不对？是不是？对。那就要换，那我们就要换位思考问题，不能说你只站在你的角度上讲，哎。我好像你还我还有什么没有满足你？但是问题是什么？我现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你就说你们在藐视我，你知道吧？在蔑视我，包括你对我的价值，就是我提供的服务的价值，你们很轻看。你们首先什么，在没有付钱情况下，对不对？如果你真的付60万，三年，我给一点60万，我任何的价值哦，这个呢还是另外一个层面，对不对？但是在并没有付钱的情况下。那么你就是你们做这些事情，那么咱就开始换位思考问题了，就开始，对不对？那么你们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你们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咱就开始换位思考，我只能理解是这样理解。你在侮辱我，我并没有其他的想法。你要问什么想法？就刚才那个同学说把卡上去，我想了很多，你知道吧？我觉得你在侮辱我，羞辱我。藐视我，嘲笑我，拿我耍，就是说白了耍好玩，我就觉得你耍好玩，你们想是不是？我觉得你很耍好玩，我说的每一句话好像就当耳边风，无所谓，垃圾。所以说给我展示就是垃圾，因为你们如果真的学着什么成果来了，我觉得哎，我即使我不收你学费，我觉得什么，我很有成就，对不对？我觉得你确实把我的话放到心里边，你确实很看重我，对不对？那反来想，你说想是不是？你如果你真学的很有效果的话，然后呢，我会想什么？你真的很在乎我的价值，我讲的课。那反过来想，你什么都没有，那么你教我怎么想？你教我怎么想？人都受不了，就是正常人都受不了，对吧？他哪有什么无私的爱呀？你说无私的饶恕，耶和华神都不知道为神，你期待就是耶和华神都做不到无私的对我们这样的爱，你难道你期待我？比耶和华神更厉害吗？耶和华神主耶稣都不让做事，2年不结果子，就把你砍了，把你送到地狱里面。
你期待以利亚会比耶稣更厉害吗？那反了想，他反了想这事，是不是？你期待我能比耶稣还厉害吗？我你觉得我能比耶稣还厉害吗？所以说愤怒是来自于期待值和条件的，达不到期待值就会愤怒，这是属于正常的，这是什么？这是现实。你别以为别人愤怒了你觉得好像不正常了，是你不正常，不是我不正常，对不对？是你没有满足我的期待值，我愤怒了。所以说你如果没法理解说耶稣是慈爱的啊，什么都饶恕，你这就是瞎扯的。这耶稣都没有这样做过，我能高过耶稣吗？我更不可能。这个逻辑是没有问题。你想我这个逻辑没有问题没？对不对？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于价值的这个藐视，导致了对于期待值的无所谓，导致了人的愤怒。人的愤怒，你导致会对神的愤怒，也是一样的道理。其实，上帝借助我这个人，对啊，你虽然你浪费我时间了，但是你浪费了谁的时间？你想想，上帝的时间，你浪费了上帝的，因为上帝可以把我调派到很多地方去。你们这群人不行，换一批，对不对？但是呢，上帝其实把这个恩典赐予了你们，那反是不是？你说是不是这样？对吧？上帝是把这个机会成本赐给了你们，所以说你们的恩典在全人类80亿中，是80亿人当中是何等有福？你们有谁付60万了吗？也没有付60万了，是不是？是这样吗？你们也没有人付60万了，因为我首先你要明白我是有价值的。如果我是没有价值的话，那么比如说我一小时只值6毛钱，好的不值钱，那么你说的我说这些话吧都是废话。如果我本人啊，我说话包括我这个我本人的价值，包括我说话是没有价值的，我觉得我今天说错这种话没有什么意义，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是个有价值的，如果上帝把我差遣过来，我是有价值的，对不对？是不是？对吧？我作为一个使徒，作为神家的统帅，对不对？我做事情跟你们交流，跟你们相处，我是有价值的。其实你们在跟我在一起每一分钟，其实他都是走钱，你知道吧？对，在打表，就说白了，你跟我每一分钟在打表了，你知道？是打表计算啊。只要你跟着我在一起，只要你不说话，不好意思，这个表是走起来了。嗯，你们懂不懂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都是好像无所谓，你知道吧？无所谓，上帝把一个神所差遣的仆人对你们的意义价值是多么大。因为好像你们好像对于社会好不了解，上课的时候你跟谁你比如说吧，跟邱老师市长，你知道你不是巴菲特，你知道跟他吃顿饭花多少钱吗？就是说你约巴菲特坐在聊天吃个饭，你知不知道这事？跟巴菲特吃饭聊天一顿饭多少钱？这个分钟你知道吗？巴菲特吃个饭聊天，不知道来查一查，百度一下，跟巴菲特吃饭聊天多少钱？就跟他吃顿饭，这个时间就是利用吃顿饭的时间跟巴菲特聊天，你多少钱？你知道怎么样？1.3亿，巴菲特你们知不知道谁啊？股神巴菲特，就是你约人家今天打个电话说吃顿饭，咱两个聊天，1.3亿就要出账，1.3亿，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你想不想过这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这是代表什么？你知道吗？吃顿饭1.3亿，这是跟巴菲特吃个饭聊个天儿。咱反了想，多少人跟耶稣吃过饭？多少人跟耶稣吃过饭？多少人跟耶稣吃过饭？你想就是了。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处经文，我不知道你们特别能比如说啊，就是。玛利亚这个行为呢，要千古流传。是的，嗯，为什么？为什么玛利亚的故事要千古流传？
看他主耶稣的架子的那个香，他干什么事了？香膏，定力，那个香膏，那个香油值三十个银币啊！是的，犹大卖了耶稣30个银币啊！嗯、人家那个香水几秒钟算完了，就给耶稣抹个脚，30个银币啊！比如说10万块钱用了，拿10万元，你愿不愿意？就是说你愿不愿意会拿10万块钱啊？给耶稣抹个脚，香水几秒钟挥发了。嗯，你脑子想这，就是说这些事儿，你知道为什么说玛利亚这个涂抹要千古流传？嗯，对。人家是拿出出的，人家是拿出他所有的家产，对，只是给耶稣抹了个脚。那么人家对耶稣的价值高不高？嗯，这些东西为什么说这些东西你骗不了谁呀、啊？是的，你到底认不认可这些事情？到底认不认可耶稣？认不认可保罗？对吧？认不认可彼得、约书亚，对不对？大卫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对不对？你都认不认可他们到底？就像那个拿巴说一样，大卫是谁呀、啊嗯？大卫是谁呀、啊？我都不认识大卫呀、啊，那跑个球，跑个逃犯一个。嗯。你知道人家大卫树高者，你知道树高者，就是说你知道树高者三个字儿到什么定义吗？所以说我们天天说树高者，树高者，你说树高者的价值是多少吗？你跟树高者在一起，你知道他价值是多少？树高者有多少人能跟大卫一块相处过，对不对？有多少人能跟什么彼得一块儿、约翰一块儿？树高者，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些东西都没有概念，树高者的价值你是没有概念。我们可能知道巴菲特一顿饭给他吃顿饭1.3亿，对不对？更何况就世界上有很多很多人物，你比如说不是一个钢琴老师，一小时好几百万，对不对？嗯，神就说神家的一些领袖们，神家神所高立的这些人，他们有价值是。你就知道我们对于就你就知道我们天天说像伊丽莎常说你有永生之道我跟随谁，那人话那飘到哪里去？对，飘。你有什么知道你天天高举耶稣，就是说因为你的行为展现说你并不是一个极致追求耶稣这个人，你知道吗？你真的认可有价值是有，你真的认可有价值事儿有价值的人，你的行为它是不一样的。是的，嗯。你真的有家，你真的，所以说这个信仰，它并不是一个你我们这个只是单纯的教义上辩论，到底有没有使徒先知的事儿，你知道吗？它远远超出了那个简单性的教义上辩论，它这个信仰它是很实的一个事情，很实在的一个事情。嗯，说白了说，你到底对这个信仰里面的东西，你到底了不了解？就刚才我说了嘛，耶和华是现实神，对不对？我们学了，就是我们学了那么长时间了。我们基督教也到了1700年了，对不对？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些事儿？就是说，我们到底知不知道这些问题？到底记没记得那个马拉基书上面写了？刚开始就让他们写了，耶和华神责备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爱我？”然后他们怎么顶嘴？以色列人怎么顶嘴？我什么时候不爱你了？对不对？我什么时候不爱你了？耶和华神直接说什么？哎，你们把残疾的这个羔羊你给我献给我，瞎眼的羔羊你给穿给我，你这叫爱我。你给熊掌献祭的时候，你给熊掌的礼物的时候，你敢不敢这样？耶和华神直接用这个逻辑思维回去了。你给熊掌说，你可以看得见熊掌，给他们的给他什么礼品，你给我什么东西，你还爱我吗？耶和华彰显什么样的逻辑思维，你知道吧？我们的信就是跟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现在的信仰，都是胡说。就是你说你爱神，是你想象出来了。嗯，你说神爱多么爱你，也是你多么爱神想象出来了。神多么爱你，你也想象出来了。对，没有一点点参考的数据价值，现在就是你不现实。嗯，你并没有看你到底为你追求这个信仰，你到底付出多少代价？你付出什么东西了？你做了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耶和华神说做就给你个任务，你能完成？你要彰显你说什么？你看我，你给我什么样？你让我做方舟，什么样尺寸？什么样什么大？我给你做出来了。你让我献祭以撒，我献祭我的儿女，我也献了。你让我做什么？做什么？你让我攻占迦南，攻占下来了。哎，这些什么？这些是你真实的现实中什么？你真的爱神，
这是什么？这是你爱神的凭据啊！你啥事儿啥不行，做事就做失败了。你爱神，你爱在什么地方？那就反过来像你爱神，你怎么去体现爱神？你怎么体现？说我们的体现爱神，现在就是我们嘴巴，你知道吗？对，我们嘴巴爱神，但是其实在落地现实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没做什么东西了。那么你做什么东西了？你请问一下，你做什么东西了？你为基督耶和华神，你真的做了什么东西了？巨大贡献，还是说神说什么任务你都完成很漂亮？那么你做了什么实事了吗？做什么实事了吗？没什么实事，你知道吧？你说你想让神爱你，你是不是先让神开心，对不对？对，开心就对。你要开心，期待值你都没法去满足上帝的期待值，你能让神开心这个事儿，那是可能吗？那反过来想，是吧？你是不是耶稣不是说吗？不是喊主啊主啊，你去往天国，对不对？嗯。而是遵行他旨意的人，因为只有遵行他旨意，就说白了。虽然他旨意什么意思？你能满足耶和华神的期待值，你能满足他的期待值，他很开心，对吧？你正儿上天国，我信。但是你什么期待值都满足不了，你做事啥做什么都不行，神家法则法规朝廷体系对于耶和华神的认知都是失败的，都是错误理解。你说你能揣摩到神的心意，满足神的需求，满足神的这种期待值，那可能吗？那话不要可能吗？所以说我为什么说我觉得挺悲哀的，是因为什么？我们一直活在一种虚拟幻想当中，没有一个很落实，没有一个很实的东西拿出来，你知道吧？让耶和华神说认可你说你这个事儿做的真漂亮，没有很就是真的没有很实的东西，很实实在在的能拿出手，让耶和华神真的认可你很难，你知道吗？因为信耶稣它并不是只是停留在两个字上，我也讲过了，福音信仰很丰富，对不对？福音信仰很丰富，你对于朝廷体系、军规法则、天条，对吧？还有这个，还有你还去做里面的细节的东西，然后对于上帝给我们的任务又做得很漂亮。这样的话，我们是什么？做神的心意上，我信。是的。这样的话，我们做满足神的期待值，上帝与我们同在，各指标都会好，就和那个腓立比一样。说实话，我们连格林多教会都不如。是的，那说实话，说哥林多教会，我就哥林多教会的那种信仰水准，我都达不上了。你别看他们淫乱，我跟你讲，人家走天国的信心、认知度、现实度，就是说，人家就说，不用说他这个事，人家这个哥林多现实度都会比我们高，现实，他会走的比我们现实。我们对于耶和华神是错误的认知。失败就是说，我们说白了，我说我们对于神的认知都失败了。是，对起码，是吧？这是刚开局，你知道吗？这是刚开局，是认知失败了，你导致你后面的行为果子，那么你这过程一定是失败的，信不信？认知失败了，你这过程也会失败了，果子，你肯定是失败了。你果子你能成功了？你起点都失败了，你果子能成功？不可能，对吧？你这个树，你根儿。你这根儿都烂掉了，根儿都烂掉了，你期待的长果子吗？都不会期待了，是不是？道哥，你觉得是不是？根儿都坏了，都断了，都没有根儿了，都没有根儿，对，长啥果子呀？所以说，我也想，我每天在想，我说，他到底是我们到底什么问题？说每天想的事啊。耶和华神是现实一位神，我们要客观面对神，不要自我欺骗，天天想。哎，我们就不惯了这事儿，是我们被教义，就是说，是我们被教义洗脑时间太长了呢，还是说我们就变一变，就是我们这群人啊，就是不现实的人，导致了什么？我们信仰也是不现实，找原因，你说什么原因？这两个对，信仰不是真，原因就是两个。你们想想了，是我们教义是我们给我们洗脑的太严重了，导致我们就过不来了。其实人性懒，还是说我们就是一帮很现实人，做现实的事儿，那就是我问题嘛，对不对？是我们本身就不现实，因为你说是教义，那为什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去那些三次去教堂里面，那些不信的人都跟我们说你们很不现实。人家自己也说我们很不现实，而且我们自己现不现实，我们有自己多少幻想，我们自己不知道。嗯。
我们自己有多虚，我们自己有多虚。听得坏了，那都是借口。现在就是自己本身的假交易是假交易，我们就是，我们本身就不现实，我们才。很有意思，反正这些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圣经是圣经。是同样一本圣经，对不对？嗯，你读，我读，大家读，嗯，对不对？挪亚的故事也是，我看挪亚的故事，你也看挪亚的故事，嗯，你看罗德的故事，我也看罗德的故事，嗯，我们就都读出两个味儿来，就两个结果，这个是，这是不能理解的一件事情。这怀首，你说这个很深奥，你说这很难理解吧？你说这个很深奥的东西吧？我还觉得我没有发现它是什么深奥的地方，关键是吧？我没有认为是很深奥，你知道吧？你比如说，他们攻占迦南，没有攻占到，耶和华神把击杀了。然后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保罗同样说句话，什么？你们要警醒，不要效仿的群，那一群违背上帝的人，对不对？那，嗯，保罗还重复说，因主耶稣也说什么？你们不要像罗德的妻子一样，嗯，对吧？他前后还呼应这事儿，你知道吗？嗯，告诉我们这事儿什么？很现实。对。那么我就说。我们还能读出两个味儿来，这个事情我所以说我就说，那你们应该问你们自己，是你们教育被教育被骗了太多了，被洗脑太厉害了，还是因为什么？就是看不见，就耶稣说的话，就是以前旧约历史看的事儿看不见，新约耶稣说的话又重复一遍了，还看不见。然后你说都看不见，我来，上帝成全我来了，我给你们再说一遍这个话。三遍了吧，旧约一遍是吧？罗德的故事啊，新约耶稣说了吧？我也给你讲，是不是？这个是经常讲的故事。罗德妻子的故事是我经常讲的故事。但是呢，我们就不信。你说怪不怪这事？我们就不信这后果，往后看会怎么后果？但是我们就觉得可以往后看，无所谓啊，属父之灵向后看了，无所谓，反正哎，你想往后看了。反正耶和华神爱我，下不到地狱。但我看这故事嘛，就我每次看这故事嘛，我如果是我，我就看到我就下地狱了。就是我不给自己留一点悬念，你知道吧？那么我不给我自己留悬念，是因为我太现实了，是我太我是我就是这么现实一个人，我不给我自己留悬念，这个问题。爸爸，要不然你在里边儿，奶奶，你问奶奶。不是，他不奶奶，他是凉了。受凉。奶奶。好了，别闹，我没说，我快讲完了。所以，那么你们怎么想的事儿？奶奶。嗯。妈妈，妈妈，闪到里面去。那么你们觉得怎么回事呢？如果变数讲少的话，我也觉得应该不是讲少的原因。你们觉得怎么回事？就是人性，就是一种占便宜的心理。反正我对有这方面，还有懒，还有这些错误，都有，它不可能是单一的。这是我们人性的暴露的真实的一面。反正就是懒，它也是全面的，不是单一的一点。都有，就是幻想。老哥说的话，可能说所有的东西都也很全面。你又想占便宜，又想廉价，分析廉价，又懒惰，又饿又懒。现在也不说又饿又懒，又占便宜。这是错误假交易，都有。假交易什么？我发现什么都在我身上。假交易，洗脑假交易是吧？然后耶稣说什么？要防备法利赛才能叫，对不对？对。然后我们说防备，其实也不防备。嗯。讲讲自己人性。为什么？因为教义已经深入骨髓了，耶稣就是爱，没有现实，对不对？已经深入骨髓的教义，然后再就是什么？就是懒。对。懒真的是很懒惰。为什么？你被付出代价是，就是你要是真的是，真的是不能说日日夜夜的为天国奔跑了，你知道吧？就好像买房子一样，贷款买房子一样，每一天就必须要绕着房子转，你知道吧？是不是？对吧？然后占便宜的心理，我也不愿意付出任何的这种钱的代价，对不对？占便宜，又饿又懒，
真的是有个恶，邪恶嘛，对吧？占便宜的心理，恶。有再说阎王，你主耶稣说话，真的说的很明确，对吧？但对于又恶又懒的世人怎么说？对吧？你们上黑暗里面去吧，爱护现实，就是爱护现实嘛。所以说，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哎，又恶又懒，我肯定套不上。给别人套，对吧？你给别人说你又恶又懒，那从来不会想，那么你怎么追求的？对吧？你怎么样对待的耶和华神呢？对不对？你有没有？你要看那个亚伯和那个该隐说，该隐献的不好了，你献个好的看看。嗯。对不对？那么你献个好的呀，对不对？所以圣经故事我说嘛，你不是亚伯就该隐。嗯。圣经故事他没有两个人，你就说白了。亚伯是不是达到神的期待值了？是，对不对？他上让神开心了吧？是，对吧？神很好。是哦，对不对？简单的问题。是不是？该隐没有达到神的期待值，是让神很愤怒。你若行得好，对吧？岂不蒙恩呢？对吧？你如果对吧？就是说，我们都现在关键是我们这群人嘛，都认为行得很好，我们这群人嘛，都认为行得很好。但耶和华神其实。不用他不，如果你说吧，他说的话，反过来讲，如果上帝真的给你行得好的话，你有很多很多的祝福，很多很多的凭据，你知道吧？嗯，你也没什么凭据，其实，因为我也没看什么凭据。所以很多很多的时候，你发现什么？就是如果我们再不从虚拟幻想当中走向现实啊。我们这群人都要灭亡，很快我就觉得很速了，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对吧？嗯，三年已经过去了，第一批人物其实说白了，已经耶和华神对他们已经其实很多时候见分晓了，你知道？嗯，第一个三年已经过去，第一个三年，马上2024年嘛开始了，马上2024年了，对吧？我记得跟伊丽莎见面的时候是1月30号，对吧？开启嘛，上帝启动这个，上帝该启动了，到2024年1月30号的时候。哎，正好满三年，正好满了三年了，满三年，就说白了，前三年人说白了，说实话，就说要给耶和华神一个交代了。对，前三年人，但后面的人呢，就是说你们有你们的时间，对不对？当然，基本上都是什么，三年有个交代。对，交代那就砍下去，那还用问吗？对，三年的你们要对神，他会有交代了，就会。不是说随，所以说我说上帝不会说随随便便给你们培训，你知道什么东西？包括新来的人也是一样道理。上帝不会说白白培训你啊，恩典落在你身上。栽下树肯定要等，对吧？恩典落在你身上，你达不到神的期待值，你就是你反过来想，你就灭亡，没有什么别的，你想了想三想四了，没有别的，因为它很现实。三年了，准备毕业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考试，对吧？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初中考试三年吧，高中也三年吧，这三年是很有意思，也是三年。耶稣传道三年，见证人也是1260天。你发现没有？三年，它里面是有这个耶和华神做事儿。一弗所也是三年。嗯，保罗离开一弗所都是三年。我跟你哥林多也是三年。嗯，你发现没有？都是三年看果子，对，都是三年。那么保罗三年之后就走了，格林多、伊夫索三年之后那么流泪，对不对？嗯、保罗你那么走了那么远，对不对？嗯、三年也走了，所以说三年他是一个收成的一个时候，三年他不是说不收成，说你就说你就说说白了，给你以为上帝给你时间在靠着你，天天给你靠，一天一天的磨你，不是的，你每一天的学习，每一天的学习，每个周学习啊。上帝都有期待值的，是的，你要给你每一天、每一个周、每一个月，给自己个交代了，给自己个交代了。上帝考核考试啊，随时来到，你考不过一次不过两次不过，最后三年再个总考试再过不过。其实说白了，你们不明就是说，因为你们不够警醒、不够现实，导致什么？你不知道耶和华神不给他把你砍下去啊，三年之后就是你第一批人。你考核不行，先下地狱，你走就走，是吧？你就离开就离开了嘛。但是伊丽莎已经离开了嘛，是不是？嗯、确实是。所以说，不要以为每天就闹着玩，就上帝每天会跟我们闹着玩，不会跟我们闹着玩的。上帝做事的精准性，你说人做事都这么精准，你更何况什么耶和华神是耶和华神做事精不精准性了？精准性，
他只给你说说白了，我们行军打仗做事儿，他只给你谈现实。嗯，是。你以为三年之后神说哎呀没事儿无所谓，三年过就过了，无所谓，对吧？浪费了时间，浪费精力，浪费资源，过了就过了，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你们想是不是这样？你们自己想是不是这样？对。在世界上都是如此，初中、高中都是三年，都会给自己一个交代。因为你不管你学不学，时间在跑动，对不对？嗯。三年之后，中考来了，嗯，是，中考来到了。嗯。三年之后，高考来到了。嗯。你就是不说，你天天睡大觉，就是你比如说你这样哈，你可以说那个学校那个老师很好，你天天在那个课堂睡大觉。嗯。三年也是在过去的，对吧？嗯。因为时间是跑24小时，时间是跑动了，对不对？嗯。时间是跑动了。为什么说你只有什么？你真的把什么？每一分钟，每一按秒算，秒钟、分钟，我说的每一句话，没就像过脑子没丝毫倒角，然后把你自己的生活，都必须要高效率，高效率，这三点才会有效果，才会有结果。是，不是说你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是做个事儿，包括于弟兄，我跟你讲，你只是认为只做个事儿，完我今天也做了，明天做了，根本没想到什么，上帝按每一分钟去算，高效率做事儿。干什么事都高效率了，你像你们做饼店这么拖拉拖，干什么事儿，你这个缓慢程度根本没有什么效率，你知道吧？做事你不去绞尽脑汁动脑子去做事儿，你说白了浪费时间，你知道？但是浪费你们的时间，你是浪费，因为上帝既然让你们做饼店，给你们这任务，你知道？他是有时间的，他就是上帝有截止的时间，看你的结果，对不对？这不也是果子，对不对？是不是？是不是？他本来期待你们这几个人同心合一，一年挣个60万，对不对？结个果子平衡起来。但你们也没有绞尽脑汁，所有人都发动一些绞尽脑汁。但是呢，时间也过，但每天每小时都过去了，对不对？每一分钟都过去了，你们并没有绞尽脑汁去做任务。什么叫绞尽脑汁？高效率。我现在不是说你们不去做事儿，不是说你们说哎，我看我也做了那了，而是说你们并没有。高效率做好每一分钟，高效率做好每一分钟，而是你们是很低效率也做事，但是就是靠时间，你知道吗？也每天靠很晚，很累，每天这个事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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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了。包括来学习人一样了，包括伊丽莎，对吧？除了上课学习之外，他从来不复习，也不思考。这伊丽莎，包括严厉性，对不对？对吧？有多少人就是说把这个就是每一句话天揣摩反思，24小时反思。本来严厉性，其实他们前面来的人其实可以很好，他们的这个理解能力，你知道吧？他是很好，你知道吧？他能力，他像严厉性和伊丽莎，他是有能力的，他是有能力值的，但是呢，他不愿意，就是懒，属性，就是懒，属性很差，也不忠诚，也不是说思考怎么样去上有上进心，拼了命的去追赶。要不然如果他们两个早开始干这事的话，他们其实已经早八千了。我们教会现在开始安排他们服侍了，你知道吗？但是就好像那个，就好像希伯来书说是学了2年了，对不对？本来应该当老师了，嗯，你别说老师了，那个兵是上不了，连当个兵的，就是连当兵的资格标准达不到。今天你看伊丽莎说这话，对不对？哎，你们看了吧？那信息，看看伊丽莎说话，看。他在幻想，他一直在幻想，他并不知道什么。你连个兵的，你总是说给你法规法则，我要好好去朝觐体系，对不对？你连个兵这个标准，当兵的标准的心智都没有，你天天谈论那么后面是干什么？能不能理解？就是你连当兵的心智都没有，达不到，你现在谈后面的成为怎么样成为精兵上将，可能吗？你想想吗？当精英兵。什么意思？就是你比如说那个穆罕默德战一样，枪兵一样，他连枪兵的资格都没有，天天讲我怎么样当重装枪兵。嗯，枪兵都当不上，枪兵都当不上，他天天思考，你怎么不把我培训到重装枪兵？就是逻辑，就是这脑子很就是混乱，你知道吧？你混不混乱？你想想吧，枪兵都没有资格，你连盔甲什么东西都没穿上，连个普通枪兵都不是，你非要当重装枪兵？还高强度训练，高强度哪来的高强度啊？
对不对？不高阳他也不是没有经历，对不对？到训练了，对不对？嗯，对不对？事实对不对？他高强度训练，高强度，像我们表练，从早上凌晨三点起来，对不对？然后日夜的去练，他能干吗？他能发生多少跟合格一样的身份地位吗？他能吗？他反了想，就是把伊丽莎弄回来，他能放下那个身段跟合格的就是一样的吗？不能，不可很低。很低姿态，就给弟兄姊妹刷盘子刷碗，然后扫地，认真的，对吧？你想着想着事情，他不明白，你现在这个心智达不到，你知道吧？那个兵人达不到，你谈论更高级。当然，这也是他不愿意放下自己，放下自己身段还是放下身段，就是为什么说，这就说这个圣经里面的话很有意思，就是说放下身段。去往就有钱人去往天国上多么难，你知道吗？放下身段是很难的，放下你的身段，你有钱，你有能力，你这你当个兵，当个最基础的，从小工开始干，你干不了。你想对不对？你想是不是？放下身段是很难的，放下身段是很难的，因为呢，在我们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有三个人，就是说我今天晚上发了吧，就三个人从最小的开始干起了，沙白。鬼地形上下就这三个人啊，他们这三个人跟其他人又不一样，你知道吧？他们三个人什么是从最小的开始，是最基础的，你知道吗？他们三个人就是经过这个实战，这个服侍就变质了，是真服侍，是真服侍，脚踏实地服侍，不是服侍。而你们现在也是还学理论，还没有去什么去真正给人服侍，你知道吗？你比如说东哥，对吧？真的去人家家里面去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刷盘刷碗呀，为弟兄姊妹们，我说服侍啊，去在乎，就是说去在乎别人，服侍，真正服侍啊。有什么困难，你比如说合格有什么困难，你今天去跟聊天，就开始什么进入人，就是进入别人里面，服侍人家伟弟兄，都有二十多年的这个服侍就认识了，对不对？嗯。人因为人家是有个沉淀，他是从最小的开始做起，积累的这个东西呢，人家是走出来的。这个东西你不是说我们现在说，东哥也好，我说小红也好，很多人有这个心智，包括伟红也好，你知道吧？他们都你们现在都有这个心智，你知道吧？但是呢，你们的服侍经验值，服务别人经验值很低，还没有那种什么真的融入到别人生活当中，真的把弟兄姊妹。当做你的服侍对象去积累你的经验值，但是张霞、沙白、包伟定都是从最卑微的、最卑微的干起来了，从最卑微的开始走起来了。这个不是什么，所以说放下身段，就是说下一步，包括小红也好，包括东哥也好，包括伟红，就是说你们下个阶段的干什么？你们要想再往上走的话，你们要学会什么？开始放下身段了，开始走，开始什么？开始观察弟兄姊妹的需要，然后干什么？做一些杂活儿、杂工。就说白了，就说很卑微的开始，对吧？你当你做了很卑微、很卑微，让弟兄姊妹认可你的时候，你让别人把你升高，你别你自己升高自己，你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你其实是什么都没有，对不对？你别，我们别有误区是吧？你来到这里，你觉得比如说你以前去过神学院，不是冯一奇了，觉得怎么跟，就是说。好像受圣学院或者说你以前家境怎么样，不能做最从最小的服侍开始，就不把爷的身段放下来，你知道吧？包括爷弟兄，你把这个身段你要拿下来，你知道吧？从最卑微的一个，不把自己看作什么东西，包括还有什么舍掉以前你所认为的生活，还是什么开始带领家庭，开始走入很卑微的。你要让信徒把你高举起来，一步一步走上去，对不对？我们都是这样走上来的，没有一个说是你一来，我、哦、你一来就是什么什么官儿啊，你就是这个大元帅、元帅，对不对？团长、旗长，你这想象这东西，你知道，你想要这样的地位，你知道吗？你想要这样的地位，你有多么强大生命力，你知道吗？支撑着你，每就是神家每个岗位儿。你比如说当个这个牧师啊，你就说当一个你能当个长老，当个执事啊，你有多少经验值能把你累就能把你拖起来，你知道吗？你当个执事都很难，你当个长老执事都很难了。那神家领袖不是那么好当了，
家庭就需要你各个指标，各个指标，对吧？不仅是对于圣经熟悉度、圣经熟悉度、教义上了解度，然后还有什么？你对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事经验值，需要你相当的经验值了。你干什么事需要经验值了，对不对？你没经验值，你干啥呀你？对不对？你刚凭想象，今天说啊，那呵呵，明天你是教会牧师啊，讲道，东哥讲道的，对不对？长老陈立行，那么你会怎么想？你们会怎么想？你们会怎么想？是吧？余弟兄传福音了。你会怎么想？你想就你觉得他能干吗？这活儿，那叫陈立行当执事监管你们，你说他能监管你？对吧？何克能不能担任牧师？对吧？每个家庭都顾及到位啊，对吧？中午讲道，每天我的工作你来干，那负责讲道。你来讲，一定要传福音的啊。带着弟兄姊妹跟四弟妹一样去传福音去，对不对？对不对？这很现说神家每个岗位 你发现没有都很实的，是吧？每个岗位它都是什么？你经历了很多东西把你拖起来了，你确实有这个什么各个方面的能力值在这里，属性信仰属性能力值拖着你了，对不对？你想是不是？当然也是因为我们不现实，我们也不追求这个东西，也不追求导致我们神家就是这岗位它就会一直空缺。对不对？然后继续让我当多功能手，嗯，是，对吧？一直都是多多能手啊，什么反正什么职位都打，反正因为现在没有干了，就把一个职位在打，对不对？但这并不是我期待值，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本身要三年的学习，对不对？我们本身三年学习要干什么？要收果子了，对不对？嗯、本来那是干什么？我们比如说伊丽莎，本来是什么？伊丽莎应该什么？尽心尽力学习，学习哪时候学习？她本来当我们教会讲道了，嗯、对不对？天，本来的三年时间应该是日日夜研究我讲道，对吧？嗯、三年时间日日夜夜研究我讲道，把我的思维逻辑，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研究很透彻，对不对？嗯、是不是？嗯、对不对？本来这是伊丽莎工作嘛，讲道了、嗯。其实上帝分配的挺好了，对吧？严厉性，对不对？对吧？教得当牧师，对吧？他把首先他的三观放下来，从他应该干先干什么？到我们家里干什么？从最低的开始做，洗厕所，对吧？洗刷厕所、嗯，对不对？然后给猫铲屎，从最低的、最卑微的开始，家里都带全家人吃饭，生活质量都要降下来，带着全家人走什么信仰道路、嗯，对不对？然后开始练，三年时间开始日日夜夜的思考怎么当牧师，对不对？嗯、是不是？对吧、啊？冯一奇宣教吗？对，对不对？对吧？韦立行现在教会领袖了，嗯、对不对？就是上帝本来是给我们这，因为这前面来的人呢，他还说他们能力知识不错了，嗯、他说不是说他没有这个能力知识，他并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把这东西，你比如说上帝就给他们这几个人没有能力做好，不是的，是给他们能力值可以做好，但是他们为什么做不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放下身段。他们不愿意日日夜夜的研究你东西，他们不愿意，对，他们也不愿意付出他的价值，对不对？因为说白了，他们也不认可我的价值，所以说为什么会出现很多问题？他们首先什么，对于信仰的价值认可度很低，他也不认可我的价值，所以说也不把我的话当无所谓，你知道吧？对，把先知的话，对吧，也是当耳边风。哦，先知说话也无所谓，就是说他们，所以说他们对于信仰的本来就是价值，就是说他们极其的不爱耶稣，说白了。他们极其的不爱耶稣，他们极其的不爱这个信仰，也没有热爱这个信仰，导致了什么？我说的话落空了，我讲的道落空了，我三年的这种培训也落空了，都导致落空了嘛？最后就是说一场空白，浪费我的时间，浪费我的精力嘛，对吧？浪费我的资源，是不是？其实也是藐视神，就是藐视上耶和华神嘛，是啊，对吧？很吓人，因为他们并不尊重，并不敬重神所差遣。对，对不对？他们并不敬重神的差遣，所以三年以来的学习也是一场空白，没有用，没有果子吗？因为他们并没有在三年之内，并没有在三年时间内做他们该做的岗位，是说白了，让耶和华神的期待值落了空。但他们自己还觉得还挺好的呀，还不错，还行，还继续往前这样走。他们觉得还无所谓，你知道吧？他们觉得无所谓这件事情。对吧？因为前面第一批人并不是说我们真的没有人干，你知道吧？是他们真的什么？上帝所准备的这些人物都是有能力值去做这事的。
每个岗位只重要很符合他们，每个岗位很符合他们了。他们属性岗位就是他们的这种他们有些东西就是正好的打上去了。对吧，伊丽莎讲到没有问题吧，他照天研究就行了。但他就不愿意，他就不愿意走信仰道路，他就不爱神，他没办法，对吧？严厉也是一样的道理，对吧？天天自作聪明，自认为他自己很聪明，然后他的思维逻辑就是说想他自己的事儿，他不愿意神家事儿，不愿意建国大业，也不愿意犯下这身段，也不愿意犯下这身段，他总是高高在上，看别人怎么样，他再怎么样，天天说叨，他并不知道他思维逻辑是很混乱。如果不去纠正他的思维逻辑，不纠正他三观，因为他不愿意放下他生活，他三观其实也很混乱。但是呢，他也不愿意谦卑的到我家里面上嘛，把自己的三观每个细节都能学好。他不愿意，你知道吗？他一直认为什么？我的三观是正确的，谁也不要干犯我的生活。所以说，他是以这样的态度来到这里，有什么用？也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把他自己高举起来，认为自己的三观、生活观、这个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世界观。对吧，他认为他的三观是正确的，他并没有谦卑去学习，也不愿意放下自己，所以导致干什么，只是说白了浪费时间，你知道吗？都在浪费时间，没有什么实质的用处，就对吧，最多什么严厉和伊丽莎什么，他们两个学到什么教义上的辩论，他们学到什么信仰最肤浅的一个层面，什么教义上的辩论，最肤浅的一个东西，很这是信仰里面最肤浅的一个东西了。教义上的辩论，有没有使徒先知啊？我认定证明有没有使徒先知？你说偷偷是道，说的挺好，对吧？那么反过来想，那么真的有使徒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愿意下来呀？对呀，你真的有使徒的话，你为什么不愿意下来？这个事儿都没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愿意放下他的身段，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就是心里面还是不愿意承认。那么这样说，老师，使徒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排斥的，他有没有排斥？我们还不知道吗？就看你的行为，你对于神家的贡献度，对于我们的贡献度就知道了，忠诚度就知道了，对吧？这些东西我们看的东西都很清楚了，就每一个人我们看的东西都很清楚了。为什么？我们是用大数据量衡量你们的，是，对吧？因为我和沙白都用你们的数据衡量着，对不对？不是说你用嘴说没有用，就是看数据，你到底把我放到你心里哪个位置了？我们是观察你很多的细微上的东西的。判断了你们，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们只是考虑一来验证我是不是使徒，对不对？那么他反过来想，那么我就不验不验证你们是不是信徒？对，那么互相验证嘛，对不对？是，将心比心，对不对？是吧？你验证我是不是刘备？那么我验证你是不是周仓啊？是不是关羽？你是不是周仓啊？那么我看你也不像长，我看你长得也不像周仓样子，那么你就不是周仓，对不对？所以说将心比心这个事情并不是你只是验证我不能验证你，对不对？你只要求我，你只期待我怎么样，我还期待你怎么样，你不想了，对不对？我们换位思考，对不对？你期待我越高，反过来想什么？我期待你也越高，对不对？是，对吧？那么你想，我如果你期待我是刘备，我就期待你是关羽，对吧？我就期待你是周仓，对，我赵云呢，对吧？对不对？赵云举手，那你不举手，对不对？你这个能理解吗？对不对？你四大评论区来验证我没有问题，那么我也有很多的这个几大评论区来验你是不是周仓，是不是？对，你想要刘备，我想要赵云，对，对不对？我如果我是孙策，我想要周瑜，那么我想要你是不是周瑜，是不是这样？是，对不对？你想要你的主公。我还想我是得力干将，这不都是一样道理吗？这不是？那么你刚才天天别说我，对不对？我因为我们去打仗，对不对？我们也不是过家家，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很实在，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信仰只是停留在一个表面上，不愿意放下身段，不愿意去真正去建功大业，不愿意真正跑信仰道路，不愿意落地所有的细节的话，我们的信仰就是还是想空白。确实是，对不对？嗯。因为你知道什么，我们做个企业都很丰富，做个公司都很丰富，更何况什么，更何况神家里面的事都是很丰富的，细节度严谨度是很高的，不是说你想干什么干什么，你并不是什么，你想依你的三观，依你的价值观在我们教会里面走动就走动，不可能了，你想是不是？
我不可能让你的价值观在我们教会里面走动了。你想是不是这样？我不会让你随意而行，你随便想干啥想干什么干什么。二是什么？你在这个体系里面，你只能在体系里面运动，对对吧？因为我们是有体系的，你只能在这个体系里面运动。凡是想出格的人呢，都会被我们给驱赶出去。凡是像你想有发展你的个性化的东西啊，嗯，对吧？你在里边活动可以，你在我们这里面活动可以。如果你想自己跑出去的话，我直接你就直接走就行了，你直接走就行了。因为什么？这我们沈家是个军队，嗯，我们同时我们是有任务的，嗯，我们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人，对，是的，我们是有任务在身的人。我们完就说白了，我们完不成任务，我们就下地狱。最简单的逻辑就像那个，再就好像就好像周六，比如说那个暑假期间，对不对？今天我们一起去卖柠檬茶，是吧？我们带了400杯，嗯，对吧？今天我们就要完成把这400杯卖出去，有任务在身了，嗯，对不对？卖不出去的话，我们今天就完蛋，能不能理解？就是说我们如果就好像打仗一样，打着山头，为什么抢占山头，你知道吧？嗯，这是有任务在身，我是有任务在身的，我是要带领军队去打仗的。我是有任务在身的，我只能思考什么怎么去完成使命，对不对？嗯，就是说我会排除，就是说这句话听好啊，我会排除所有对于这个战争不利的因素，我会排除去。你不用谈感情，因为我很现实，嗯，对吧？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是伊丽莎也好，炎帝君也好，冯一奇也罢，啊，您这任何一个人，就是说，所以说后面人任何的人也是一样道理。我们只我你。今天我说话不是够不清楚，我只有任务，嗯，对吧？我知道任务完成了，我使命必达，我们上天国，完成任务，嗯，那我就下地狱，我下地狱了，你们也下地狱，你知道吧？嗯，我完成任务，你不要想，哎，不就是伊利亚没完成任务，错了，你拖了我不让我，你不让我完成任务，你死的是你们，嗯，你记不记得玩末日之战，阿尔文死了，全军覆没，是 game over。叫 game over 就结束了，不管哪个领袖临死都是度完，这个就 game over 了，你知不知道？因为十家领袖是我是专门是布局的，耶和华神给我这个眼光，给我这个战略，我知道怎么去布局，你知道吗？对，我没有的话，你也不用布了。是，确实是。所以说，这个我们是一场战争，我们是一场任务上战争，所以说我必须考虑大局。我们所有东西，我们并不是一群过家家的，所以说对你们的这个指标期待值。干什么事情干什么事情，你们必须要达到了，你知道吧？对，你达不到，说白了，你达不到。既然比如说你们去卖那个柠檬，你们卖400杯柠檬茶，对不对？东哥，对吧？你比如说这个小青岛需要卖多少杯，对不对？然后鲁迅公园卖多少杯，嗯，然后呢海军包裹卖多少杯，嗯，它是有任务指标的，对，对吧？你本来说你分配东哥那必须卖100杯，他既然卖了20杯，那八十杯钱谁喝？谁承担了责任？是不是？那么你比如说，他反过来就是这样想的事儿。那么今天本来400杯都要卖水，对不对？卖不出去的话，八十杯谁喝？谁承担责任？问题是什么？团队任务失败。那400杯没有卖吗？能不能理解？就说我们现在是一群是什么？我们是一个团队，是在做任务当中，你知道吧？是执行任务。因为上帝会给我们不同的任务，现在饼店你们做不起来，我给你还是你这句话，你们就还是拿耶和华神这事开玩笑，你们拿神事开玩笑，这并不是一个很简单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上帝给我们的任务，说白了就是说，让我们依靠神，祷告，然后呢还有什么？通过我们的智慧，各个方面各个层次面，你知道吧？要完成使命的目标，因为我们这个饼店的任务完成了，我们才会有什么？才会有第二关。我们一关子闯，就是别说我们一关子闯过去，还第二关，哪有第二关？你知道耶和华神给我们多少关卡吗？你知道吗？你知道耶和华神给我们多少关卡吗？一关闯过去，哪有第二关？还第三关、第四关？你不用想第那么多关，对不对？就是耶和华神给我们任务，就是让我们什么面对现实，别天天胡思乱想了，使命必达，完成任务。你不是依靠什么？你们这个时候你依靠什么？对不对？其实耶和华神也不是说。其实耶和华神跟你讲，从那个一开始做饼店开始，一直在这个一直还有在这个七月份的时候，给我们不少启示了。嗯，给的启示好多。启示，你说没有？你说不引导我们吧，也引导我们。
你说引导我们很多了，对不对？你说不引导我们，其实引导我们也很多，其实给我们指明很多方向，只是我们做不起来而已。只是指明很多方向。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行了，我就举一个例子你明白？你比如说那个，就是说那个美团和外卖行了，对吧？对吧？这个问题，那么是上帝是让我们做美团外卖没有问题，对不对？我说两个致命点，第一个点行吗？小红把那个价格，把外卖的费用提成，就是美团提成点都加上去了，本来29块钱。48块钱，谁买呀？你想谁正常买？本来人家外卖什么，人家你本来店内29，你就外卖30块钱，走个量你知道吧？人家是为什么去走量？你加到48块钱，谁买？能不能理解？然后再就是什么？我们做了馄饨不熟，那么就是说上帝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应许，没有问题。但是什么？我说一个失败一个，说一个失败一个。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道，就是不是上帝不给我们开出路，是我们什么给我们开了出路，我们也守不住，就是我们也不去，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反正你们去想到底什么。所以说我觉得不是上帝给我们说，就是给我们开出路，开了出路有没有用？因为我好像我们的心就是人家是说心领神会，对不对？而我们是什么？上帝给我们开了出路吧，我们想办法堵死。就是我们会想办法把它堵死，就是上帝会给我们开个道路，然后我们想办法把它都再堵死。确实是这样。原因是什么？所以说，还是说，我们并不是说没有道路，并不是说没有方法，而是说我们是没法，就是说我们是对于做任，就是我们对于做任务，于是对于做上帝的任务很懈怠。对，是。很懈怠。所以说我们连这个任务做不成就很难做下一个任务，更往服侍的话，那个任务是不允许你失败了。而做那个服侍任务你去了之后你胡说八道，你把事给你，对不对？包括我们怎么样打这个战役，对不对？你都没有反诈能力，你都没有做间谍的能力，你都没有那种当特务的能力，你去跟人去讲这个福音，你想就行了。就是说，所以说有时候吧，就是说这些圣贤，你比如我再举例子，你比如说好好就做这个监控也是一样的，对吧？你共和矿你连这个，如果连放哨都放不好，你当特务能当特务，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如果做神家服侍，就是我们如果做神家的工作，那个就是保罗和巴拿巴那样传福音，跑来跑去啊。对不对？人家是很灵活的。人家说话的时候就开始布局怎么说话，你弄懂意思没有？人家探你说话怎么样去应对你说话，怎么去说，到会堂里面怎么说，怎么去设探，怎么样派探子。你以为保罗每次逃跑就那么顺利啊？怎么顺利啊？你我都不知道你们想不想过这问题啊？你们说耶稣被揍了。你没有，你记不记得耶稣被抓了？不是耶稣帮保罗跑了吗？耶稣帮保罗跑了被抓了，是不是？你要知道保罗到每个城市里面他都有探子，都有特务，都有探子，就是说专门放哨了，专业放哨了。对，人家不是说保罗跟巴拿巴两个单打独斗傻乎乎的就去被人抓，你知道吗？人家每一次都跑了很成功，你知道吗？都跑了很成功。那原因是什么？人家小道消息，人家去看到底什么什么事儿。还没有发生之前听到消息了，迅速到找保罗，赶快逃跑，然后往哪个方向跑，然后设计好路线跑了，设计好路线，还不是说你出去人家那个兵在外面你被抓了，对不对？非常，人家都是很专，就是说你所以说你看圣经，你没看出人家专业性，人家专业度的，那都有专业性东西的，非常重要。他并不是说你去了那就傻乎乎的站那里。是啊，你靠一靠神，神啊，怎么样？我今天啊，我放胆开想到了啊，今天我在马路上拉一个箭过来，你上。是啊，保罗被那个被陷害的时候，就有人会给他报告。他不是他侄儿不是报了吗？侄儿。那都是引线。多引线，你知道那侄儿多引线，被那个兵抓了。然后呢，然后保罗他会利用自己的身份，我是罗马公民。所以说他脑子过得很快，你知道，他脑子过得很快，他并不是傻乎乎的，他懂吗？处理的非常好。
所以说这时候也点在于什么，我们对于做任务，就是我们以前也不去刻意提升我们的综合水平能力，就好像以前跟随大卫那群人傻乎乎的天天吆喝神啊助帮我呀，他说你看不看呀，帮助大卫那群人，人家是用剑，人家是双，人家是左右手开弓，什么左右手，我左边开我右边开我都可以开弓，这那开弓左右手开弓你知道吧，然后还有那个枪兵，啥盾牌，人家说什么速度如闪电一样，速度很快很灵活，你知道吧？是，一可以一打十，对吧？人家的勇士一个打800，你说我们这群人一个人打800人，一个打一个打点，一个打800人，一个人打到了800人，勇士对不对？嗯。所以你就说为什么你看没有包括新约里面雪巴那个领袖也是什么？圣灵充满一个条件，智慧充足，是吧？对吧？那这两个都要在这一块儿时候，我们才能干一事儿。你刚有张飞之勇没有？你刚有张飞，天天给捅娄子呗，对吧？张飞个莽夫之勇，天天捅娄子，对不对？那么你莽夫之勇也不就是白送死而已，确实，那就莽死脸快了，嗯，对不对？没有就是说做谁家任务，他没刘备添麻烦，对不对？徐州不是他丢了吗？啊、哦，就是嘛，就是张飞啊，张飞，天天麻烦，嗯，坏大事，对吧？虽然武力是很高，嗯，对，但一些莽夫，智慧确实太差了，就是莽夫，跟你不一样，没人家就有勇无谋，对，人家就有一个战略来了，你把你弄没用了，嗯，张飞比他还次。所以说什么，就是我们做谁家任务，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刷新自己的三观，一定要什么，要改变对于信仰的认知。我们的信仰它并不是很单一的，很一群傻乎乎人在一块儿，是一群什么样的，你知道吗？精英强将，对吧？还有什么带着神大能这群人，然后呢他能翻天覆地的改变世界。对，你想改变世界，你刚空喊改变世界，张飞一个人改变世界。你让张宇给别人直接看，对吧？所以你就说我们这群综合实力都会综，上帝要求我们综合水平都要增长的，我们哪个方面都要增长的，也并不是说跟你们不能跟以前一样好吃懒惰，然后今天靠时间效率很低就觉得怎么样，而是说什么你要好好利用好自己的时间，把你的时间效率，我说效率工效率提升上来，而不是说你花了肩膀不去见见，说你建议你家想完到时候把我不睡觉了，没有用，你肩膀不睡觉，没白天了，然后你就打盹儿，然后脑子不清醒，对不对？不是也是浪费时间啊？你让你高效率做工什么意思？该睡觉睡觉，该休息休息，休息好了睡觉好了，说明大脑转的快了，对不对？我们要求这样。不是说你靠时间看咱比赛干谁晚上不睡觉，晚上不睡觉喝咖啡，我今天就喝咖啡不睡觉，白天说话啊，去哪儿？你说啥？这不是说我吗？说啥？晚上说话，你不是你早霞说？嗯，叫我。眯了眼睛，眯了眼睛，讲道理，每次讲道理似的。不是浪费时间，我说浪费精力，你晚上不好好睡个觉，你知道今天讲道那么重要，你不好好睡个觉，你那来了之后你再睡觉，你的眼睛都睁不开，对不对？其实咱浪费时间，你别以为你晚上，对。对不对？但是他闭着眼睛，好像他很清晰，你在说什么？这点我很佩服。他好像在睡着了，他知道你在讲什么。心里很清楚。对，这点我眼睛是迷糊在里面。对，那不可能。所以说你要说什么？我们你不知道，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就是我们一定要什么？工作效率高点，多休息，每天睡6个小时、4小时。不是6小时，6个小时，当然 ，Brad 他已经形成习惯了。当然，除非什么，你能高效率工作，人家 Brad 什么，真的是高效率，因为他是写论文，人家是真的是我，反正我觉得，如果他过来跟我们竞争的话，我他如果信仰对的，你怎么竞争？人家自律性太强了，他的自律性太强了，自律性，每天早上起来还要运动1小时，每天。每天要是运动，
早上起来五点做那个健身操，一小时每天这样，然后喝咖啡开始学习，起不来门，起不来门开始学习了。时间管理。对他的那种高效，时间排的非常准，很紧，每天排的很紧。高就是说这种人像他在跟你竞争这个事的话，他关键是什么？他可以少睡觉，他还能高效工作，这样人很可怕了。这样的，没办法，他这三年像社学院三年我是知道的，每天跟他在一块儿三年时间，时间管理的好。对吧？他这样的话，如果认可我们这个道的话，你想想多可怕一个人。是。你像，但是你要知道，这 Brad 只是国外人其中一种，这是其中一个而已。还有比他更厉害。比如说，你想说，一个国外人，就是外国人，能上本科的人也好，就是他们对于事物的钻研性很强了。嗯。外国人对事物的钻研性很强了。每天喝咖啡，工作效率也很高了。嗯，对，所以说你不出去看看国外人，你再去上以色列看看那戴黑帽的，你来看他们一天的时间管理，紧张的那个敬拜几点到几点能不能事，人家一天的管理，他们可是不工作了，他们是国家养着的一群人。嗯，戴黑帽的。对，戴小黑帽的。我觉得另外一个角度，我觉得我们的团队需要 Brad 这种人。拼死。因为有一个领跑会带动整个。你妈！你妈！我刚听这个了。你妈三点。每天剩两个小时。你妈。难怪我三点多你那手机巴拉拉拉响，我还得关一次。你只是说你妈三点没有那种高效率，十三，我效率太低了，是吧？三点十三点，现在手机总是响，三点多。够拼，够拼，和保家也上够拼，都属于够拼的人，就是说效率把控在低。如果你能高效率能到的点，你就厉害了。效率工很高的话，效率工，干浪费时间，我是。是吧？浪费时间。苦在地上。苦在。对，所以说今天的这个课程，我就把这个主题啊，就是说，耶和华神的现实性与他的愤怒，对吧？为什么？就是我再把这个逻辑过一遍，就是说，为什么你会让上帝愤怒？是因为你的出发点你不现实，你认为耶和华神不现实，导致了什么？你让他期待，让耶和华神期待值落了空。是的。让耶和华神期待值落了空，你浪费神的时间，浪费神的精力，浪费神的资源，上帝愤怒了。是的。然后呢，你还自己想象上帝，哎，对我多么爱，其实上帝根本就很痛恨你。是的。对吧？这也是什么？上帝是最痛恨的，就是什么？践踏恩典的人，他比那不信的人还可怕。不信的人了吧？他也不会浪费时间了，他也不会浪费神的时间了，神的时间和精力和恩典。对不对？他们不信嘛，对不对？但对于我们信的人，尤其是我们这帮人，他说，尤其是我们这帮人，恩典他说话特别的大。你要不然的话，你回家好好算一算。我说我讲一堂英语课，一小时二三百，一堂英语课一小时二三百，你会攒多少钱？就说你一天，就说你来跟我这一块儿，你刚算英语课程二三百块钱，你说你们在这里就说享受到了多少的恩典？你换成钱嘛，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如果你真的没法不知道恩典这个抽象了，那么你就想过算钱。我一讲英语课，一小时二到三百块钱，我讲这个课程，我讲费用会更高，你知道吧？这价值肯定比英语课高，对不对？肯定要高，对不对？所以说，要不然你回去算算，你好好算算，你在我身上享受了多少钱？嗯，就是钱嘛，对不对？不会算钱，对不对？然后你还会那样吗？无所谓吗？对不对？好，你们有没有想发言的呀？何静仁，你们有没有想说的呀？你们想说何静仁，跟岳亮说。好，我跟你算了一下，按暑假来学习的话，
40天，大概花20多万。40天，对呀、啊，你不定算了吗？40天就20多万。这保守了。是，按600块钱一节课，但是这个价值是不能拿地上的金钱来衡量。就是拿地上金钱。确切说，对，拿地上的钱衡量都是二十多万。嗯，20多万。你就算真的，说实话，就是你就是说，你看多少人花了钱，学钢琴的，然后就是多去了，你知道吧？有的时候我上教会里面，那个姊妹，她说，你看我的孩子啊，我多么爱神，我的孩子出国留学花了300万。我说，哎，我想，那么你为什么不知道孩子追求神花300万，对不对？嗯，对不对？所以说。这你们在就是你们会还是吧？你们今天晚上不干别的，今天所有人都发啊，就会算，就是说，就比如说600块钱，就说一小时500元行吗？一小时五百元，你会算？你，当你来青岛的时候，你跟我在一起来学习的话，你算算，你现在已经享受多少钱？那没有，就是恩典吗？嗯，今天晚上今天任务都是算，你都说，当你来青岛的时候。那你来青岛来学习的时候，开始算，开始算一小时5块钱。你看看，你在我在上帝的恩典当中，也在我的恩典当中，你享受多少钱？你去算嘛，对不对？天平秤就算翘起来，你会去算啊？我刚刚算了一下，1天8个小时，然后一年365天，3年最少200。哎，不可能是连365天学，不可能。因为网上老师也一直天在发呀，这也是学呀。对，网上的话你可以这也是学。也是还有我去他家，他有的时不时，聊啊，你学啥呀？这也是学呀。对，在一起的时候也算。这也是学呀。在一起的时候。哦，还有是。天天在网上自己花出的时间。对呀、啊。我们自己花出的时间，啊、比如说老师他讲课的时间是讲了半年的时间，嗯、那你要学习他讲半年的课程，你起码要听多久你才能听完？因为是我们学习的速度，老师讲课的速度，虽然说他是半年的时间，他讲完了半年的课程，但是的话，我们跟上的速度，如果要花个2年的话，那就按这个时间来算了。他以前学习的时候买那个视频课，那种是他每天在微信里面也在上课呀。那如果我上了的人，那我就领受了呀，我就要收。其实对，就是你要说对，刚才一个群课。就是说微信里面天天在讲，是啊、还在发，然后他说还有什么面对面，就是课上什么面对面讲课，然后还有什么还有私下的辅导，还有什么我们在一起的分享，然后还有什么微信上的写的这些书、啊，你坐过他的车，他还要给你说嘞，那也是钱呢，就是驾驶，就说意思，你们不要你估算，就是回去都算一算。你们算算，因为我做这事的目的是什么？你们要去实证，你不要说恩典，我一定要恩典很大，价值很高，我对你价值多高？你去算算去，你算一算，对不对？不要天天出很大的框架，就好像一定要就是恩典而已，你回去算算。好，今天课程就到这里啊，安总。